Hello，Hello，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先玩一个小时的这个崩坏星穹铁道，然后我们9点的时候，差不多9点左右会去玩。加入鹅鸭杀的联机。谢谢 Borrow 爱史黛芬，谢谢 LYQQLY，谢谢科学打败魔法。晚一点，晚一点，我要啥？先玩一个新的游戏啊，这个是米哈游的一个新游戏，叫《崩坏：星穹铁道》。之前已经有测试过了，最近是这个第三轮测试，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官网上预约。然后今天就先体验一下。我已经啊，这个前面已经走了一段剧情了，然后现在是创建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左边的这个角色啊，他的名字叫郭露露，选了女生啊，然后我们就顺着玩。你没见过吗？这个就是我。列车时不时会来到太空站的。那是一辆神奇的列车，拥有开拓星神的力量，能够在星海中穿行。等回到主控舱段，我指给你瞧。你我们和是大豪谁？是星穹列车的成员，请星多关穹照列哦。车的成员。列车与黑塔女士有些来往，因此我们时不时会在这里稍作停留。结果撞上这么大的事，正义的列车组可不会袖手旁观。你和三月一起回去吧。谢谢伤心草莓，谢谢双料女巫，谢谢紫衣，谢谢那个温山海。防卫科的阿兰在这附近失去了联系，我得把她带回去。也行，那你自己小心哦。这个画风还是要不你把这个拿上吧。很好看的，美术做得很好。我叫军团郭在露太露，空战风郭狗露似的乱露，窜，拿上什么返程的路也不安全，防身武还器？是带着，只是个建议啦。没事，你有我呢。好，我的新角色。打开角色界面。这就是我，角色信息，
角色进行一种命途，我是毁灭。看看各命途详细信息啊，这有不同的职业，应该是毁灭就是输出啊，适应不同的作战环境。然后有巡猎，巡猎是单体攻击，掷石群体攻击，还有这个铜鞋，然后大家增益效果。虚无对敌方施加负面效果，存护具备强大保护能力，就是盾嘛。然后丰饶就是那个奶，大概有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有各自的战斗属性。露露是物理属性，还有一个角色三月七，三月七是啊，这是属于相当于辅助吧。对，可以升级，现在只有一级。谢谢面团呼噜的桃儿气球，谢谢慵懒兮，谢谢七 k 七 k 小公主，谢谢实惠夜谈，谢谢卢卡宝宝。现在能升级吗？看看郭露露能不能升个级。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光锥好像是这个类似于武器，也都没有。星魂都没有。Nice，Nice， 离开这里看看外面的情况。这里到处都是稀奇的玩意儿，也就是所谓的奇物。唉，黑塔收集这些东西又不用，净搁着吃灰，也不知道图啥。这是一个回合制的游戏，回合制 RPG。是反物质军团，这帮疯子流窜过来了，看我上去揍他！揍他！这可以打吗？对，桃子说什么都对，谢谢 YB 拉布，谢谢回不去的小时光。战斗开始，该我出场了。出场。好，属性图标标识了敌人的弱点属性。哦，我还要白色龙胶是韧性，用与敌人弱点属性相同的攻击可以削弱韧性。哦，单攻，他的弱点就是这个单攻，那我就打他。三月七的冰属性能够降低他的韧性。咱们热韧性削减至零。冰属性攻击造成弱点击破敌人陷入冻结状态。然后该我郭露露上场了。郭露露好像不太厉害啊，被人揍了。我算你们运气不好。哦，郭露露应该打他。哎，这就随便打了。单要开始了，轮到你了。弱点击破灰，该我出场了。速战速决吧，不太行呀，来个这个技能可以。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防御手，防御会消耗这个能量。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谢谢哈利波特 is dead。 哎嘿嘿，结束战斗。呵呵，人不可貌相啊，你还挺习惯战斗的耶。
不可貌相。舱门无法打开，那我怎么办？哦，往这边走。待会儿我们坐中间那台电梯下行，去主控舱段。那的路你熟吗？说起来你穿的也不是空间站的制服。我不记得了。失忆了吗？我失忆了。看来还是受了点伤。我刚才不知道怎么了，我是刚醒过来。算了，咱也不问了。走吧，送你回。哎，这咋过去？通战利品，哎，拿一个。靠近敌人后可查看敌人的弱点属性。他怕单攻是吧？对应属性的攻击进入战斗可以提前削弱敌人韧性。郭露露被敌人锁定，将幽香受到敌人的攻击。蓝月骑士存护命途的角色能够保护队友。好，那就保护一下露露。然后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要开始了。哦，直接干趴下。不痛不痒，你再打，不许跑！该我出场了，该我出场了，我要打这个人。哎，不对，我应该打他。速战速决吧，轮到你了。锁定我！你在打？你在打？碰上我送你命去吧。偶尔也该认真一下。这个是终结技能，是吧？群攻，哎，算了。来用一下吧，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该我出场了，还行。轮到你了，冻结。哎呦呦呦，好疼好疼，完了。要开始了，感觉要扛不住了呀！我不想一个人。速战速决吧。完蛋，轮到你了。气了呀！是我，是我要气了，重来。没整好。哎，这个就是打不过了。大家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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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反了啊，腾腾，该我出场了，哎，锁住了。不好，哎，只能防御，防御自己吧。WiFi 正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速战速决吧。再打，轮到你了。不许跑，该我出场了。WiFi 正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这次是在夺英超就改名，去死！哎，还没死。你再打，再打，戒玉定锚已激活。啊！我就知道，你知道啥？弄坏了。不是我干的，一定是反物质军团的错。唉，要是万能的丹恒老师在就好了，他懂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没准啊连电梯也会修。那个我不会。嗯，你怎么在这儿？嗯，你怎么比我们还快？我走另一条路，从上面一层绕过来的，正好在监控室看见你们。阿兰也在监控室，他受了点伤，但没生命危险。啊，你找到他了呀。这些烟火星火，阿兰他知道这电梯怎么回事吗？既然是防卫科的负责人，应该知道吧。那我们去帅哥出现编队，编辑角色进入队伍迎接不同类型的挑战。巡猎打开编队，再加一个，最多选择四名啊，再加一个兄弟入队，可以。选择单横升级，升级一波。哦，四级了。给郭露露升升级呢？露露也升级了，别的就没啥东西了。
秘技。秘技是用于探索的特殊技能。E 键利用三十七的秘技抢占战斗先机。冻结吧。哦。冻结了。冻结秘技能再看随机冻结一名。随机冻结一名。单攻单攻。来吧。现在。这是普攻。你不如防御一手，我觉得。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速战速决吧。单攻。啊！果不其然，锁定我。不许跑！解冻了。哇，好厉害！我还挺能打的嘛，挺能打。你再来一下。哎呀，不行，要开始了。这个太那个了。来一个，可以。尝尝这个。你再打。你再打。等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哦，帅啊！你们是一起的吗？你们是一起的吗？对呀，我和他都是星穹列车的成员。玩的叫崩坏星穹铁道。是黑塔女士请你们支援这里的吗？巧合而已。黑塔委托列车寻找的一切到手了，我们按照协议返回交付。不想，正好碰上了遇袭现场。反物质军团为啥会盯上你们？我看他攻击的目标就是空间站。我也没什么头绪。军团来得十分蹊跷。站内的防卫系统突然失效，没过多久那些家伙就出现了。有七个原子。小姐，艾斯达站长第一时间组织疏散科员，我本该负责掩护所有人撤离。不要自责，你上了和惯用手。郭露露太好看了。藏身在这里避开与军团正面交锋，这个判断十分冷静。对，大部分科员已经去避难了，当务之急是返回主控舱段组织反击。所以你知道电梯怎么用吗？它启动不了了。撤离完成后，为了防止军团进攻主控舱段，电梯的权限暂时封锁了。艾斯达小姐委托你们来找我，应该有给你们解锁的密钥吧？好像给了一张卡，不记得放哪儿。我不记得放哪儿了。你啊，我找到了。我该。既然密钥找到了，就赶快开始吧。电梯的权限用那边的操作台就能解锁。哇，走吧。等一下，我只开启了最上层的电梯口，从那里走。抱歉，空间站是黑塔女士交给小姐的东西，我必须优先考虑主控舱段和科员们的安全，不得不劳烦各位多绕一点路，真的很抱歉。什么各位啊，你不一我行动不便会拖累你们啊，我就留在这里，在你们成功抵达后再次封锁电梯。你不必担心会没有成功纳新啊。封锁电梯权限已失，在主控舱段也可以进行操作吧。就是啊，我和他两个人不也这么过来了？我和郭露露再加一个单行，不至于不至于，反物质军团就交给我们，阿兰你只要跟着我们顾好自己，相信我们就好。谢谢。啊，所以真的加入啊。行迹升级后可以全面强化角色的能力。
可以再哦，满级升级星级可以强化角色能力，攻击力提高 4%。 升级一波，再加一个人了是吧，他还是没跟我们走，谢谢 Rainy Rainy， 嘿嘿，谢谢猫鼠蜜糖。哎，揍他，谢谢 UK Sitch。哇，碰上我刀一个小朋友，你就防御吧。官方正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单攻，散。你在打？你在打？没打死的，小命不小。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直接都去死吧！哦，还是我咕噜噜厉害。群攻，扩散，赤力桥关闭了。这样多多少少可以拖延敌人一会儿。这咋过去？哎，这还有人。并无意义。乖乖正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速战速决吧。无意挑起争端，就是现在，该我出场了。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你在打？争斗并无意义。晶晶的是光锥吧？
不，光锥是流光逸庭的技术，由于它能将记忆随身携带，是非常厉害的强化类器物。据说公司花了大价钱买下了试验。这几张光锥的来路是正当的，我只能说到这里。光锥，天青，郭露露，光锥，装备一个，装备角色命途一致的光锥。这个是什么来着？这个是什么命途来着？跟我郭露露是一样的是吧？毁灭啊，对对对，可以升级吗？升级不了，走了走了。看起来不错，这就到电梯口了，一路上也没遇到多少敌人嘛。哎呦，很危险。哇，这是什么？切忌冲动行事，看起来有点厉害。哎呀，不对，我应该打中间这个。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即将释放强力的蓄力攻击，我们慢。哦，先防御一手。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大招好了是吧？查看模式。哼，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终结技，单体和群体两种强力攻击模式。打谁啊？哎，打谁都行，他吧。破局了，要开始了。哎呀，不疼不痒啊！你在打？在打。对，应该打他。哦。不许跑！好疼。该我出场了。防御吧，防御一下自己好。偶尔也该认真一下。群攻，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哼！大招，碰上我算你命运不好。好像不太行啊，你再防御一波。本姑娘出马，自己出个摇的大鱼。尝尝这个。哦，可以。你在打？扛不住了吧？哎呦，扛不住了。不许跑！该我出场了。这就给你加个祝福，速战速决吧。现在后悔已经迟了。能量格挡台，就是现在。哎，还不死？讨厌！我应该用大招啊！你在打？偶尔也该认真一下，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碰
下我算你们运气不好。本姑娘出门怎么可能会输呢？要开始了，轮到你了。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直接去死吧。洞天幻化，长梦一绝。破啊，这么厚呀，雪。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哼，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出局了。出局了。不过就群殴是不是玩不起？哇！走！丹恒好帅，动画好帅。每次都搞得这么惊险。不过这是谁啊？回来就好。小三月、姬子丹恒、哦，辛苦你们了。啊，姬子，你早点来嘛！最后那票反物质军团和蝗虫似的，咱可是用剑的，打起来多费劲呀、啊！来得早也没用。怎么办？感觉他艳压我过路了。倒是能打掉一片。不过黑塔回来看见空间站这模样，非找我们算账不可。你没事吧，阿兰？艾斯达很担心你。啊，我没什么大碍，伤口包扎下就好。谢谢你们。我先向艾斯达站长汇报情况去了。谢谢，再见。白桃乌龙茶茶。嗨，初次见面，我是姬子，星穹列车的领航员。领航员，也就是说列车怎么行动都听他的。厉害了，列车长。这一路过来，小三月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嗯，你想好再回答哦。没见过这么活泼的姑娘，就该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嘛。他这个人，我有权保持沉默。年轻人就是容易打成一片，看来你们已经相当熟络了。走吧，艾斯达可担心你们了。走。是哦，姬子也加入了，耶！那我现在很厉害了，四个人。这个姐姐一看就很厉害。投射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频率偏高，必须维持在平均水平。嗯？根据预测，军团即将进行十个波斯以上的连续袭击，大家扛住！艾斯达站长，我们回来了。站长，你们平安回来了就好。阿兰刚刚来过了，灾难当头时，越发体会到科员才是空间站最珍贵的财富。倒是你们星穹列车的成员。个个身手不凡。空间站当下情况如何？目前状况还在控制之中，安保系统受到的破坏很轻微，入侵者只改写了少数核心数据，因此很容易修复。潜在的风险在于科员们，他们非常信任黑塔女士，根本没想过空间站会被军团攻破。我们去和科员们聊聊吧，这种时候大家都不希望空间站的内部在。我发了很多封信件，全都石沉大海。姬子小姐了解她的，空间站就是她收容追随者和奇物的仓库，完全没放在心上。我就知道。没关系，我也会向黑塔发信，说她要的奇物我们带来了。那就帮大忙了。月签。哎，月签是不是就是抽卡呀？可以抽卡吗？谁？哦，艾斯丹，四星的。
可以啊。没了，就一个。星穹，星穹是什么？星穹不读，古老梦华是什么？都没有，哈哈，没钱，尴尬了，先继续。很穷啊。贺言的安抚就拜托你们了。如果有其他疑问，也欢迎来找我和姬子。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反物质军团，哦，邮箱里有，是吧？等一下，别说话了。希望这场风波尽快过去。破风，风这什么风笛？这是光锥是吧？啥？天青，装备什么？有点分不太清楚他们的那个职业，现在还光看那个图标的话。智识，巡猎，守护，童鞋，光锥有什么？守护是吧？合适的，都有人了。月签，哇，五星的有白鹿、克拉拉、姬子、瓦尔特、布洛尼亚、杰帕德、延青。哦，西路娃，这是直接获得了一个吗？看他们是几星的来着？我先可以抽卡，月签十次，消耗八张，来抽一波，看看手气如何。哦，娜塔莎，四星紫卡，一张紫的，其他是蓝的，能不能出一个金色的？
朗道的选择。两个紫色。再来一次。求求了。完了，好像只有紫色。齐颂、家果、琥珀、智库、固然、丁心、娜塔，又一个娜塔莎，一个紫的。那我剩下的只能单抽了，是不是？十连是八折，单抽一波。单抽在哪儿出来着？这是什么？存十划算？那行吧，那就先攒着。星魂，可激活的星魂，星魂铜条，受到攻击若当下生命值小于等于自身生命值30，娜塔莎对自身释放一次治疗。这也是一个治疗的娜塔莎，他和那个小朋友叫什么来着？谁比较好用？光锥还有谁没有？哦，好多光锥抽到了。娜塔莎适合的就这个了。还有谁没有吗？艾斯丹，童鞋，装备手。西路啊，智识，机子肯定是很厉害，但是。毁灭、存护、巡猎、掷石，那就有这个机子，那就没有这个西路瓦什么事了吧？铜鞋、丰饶、教学目录，继续吧。可以。三七存活。就我们四个。走。辛克尔。退下摇杆，阿尔弗瑞德。错人了，我来帮你。麻烦你了，年轻人。谢谢早妹妹。我们在进行卫星遥感的预调试，我按住监测信号的按钮，你按我说的步骤来推遥。先说遥感的方向，上是频谱仪，下是滤波器，左是参考电瓶。我们的预调试有三个步骤，内容有点多。没记住。那遥感的方向哦，上是真的要记的。下是滤波器，左是参考电瓶，右是刷。预调试有三个步骤，打开频谱仪。再是衰耗器，最后把信号输出到滤波器上。准备好了吗？三。完了，没记住。是哪个？下
上右，是不是？还是上下？顺序不对，年轻人，摇杆向上，打开频谱仪。准备好了吗？三、二，完美，帮大忙了，年轻人。亚伯拉罕跟他关系不错，当务之急是保住空间站。好的，可以多次选择。嘿嘿嘿嘿，哎，这咋上去？这葡萄兔。哦，这儿。我要走。亚伯拉罕，我要逃。不，我逃！你看看，障碍判别终端已经记录了140,000辆。我坚定地相信着。人总是要死的，但不是现在。我要打起精神。请受伤的科员切勿随意移动。旅行事迹。小姐，3月7小姐，丹恒先生，听到广播后，请速至主控制台，艾斯达站长正在找你们。新轨专票。希尔可以试用，佩拉克。哦，哪儿走？快，我要打架。你们坐列车走。嗯，我留下。我们走。通讯断了。要回去吗？提醒一句，末日兽，那是末日兽军团的对星体兵器。这空间站是黑塔建的，绝灭大军不出手，这里不会有什么大碍。可咱们也不能就这么跑了吧？末日兽撕开防护罩，易如反掌。黑塔不在，这儿的防御系统对反物质军团来说太过脆弱。军团拥有星神纳努克的赐福，他们有备而来，这里的人是守不住的。所以我们才必须离开。而且要带上他一起走。嗯，这样吗？他很关键。他是破局之人。既如此，好吧，接下来该怎么做？这里是检修科员工作的支援舱段，能通往最近的月台。我们去那儿和瓦尔特会合。杨叔，杨叔也来了，他不是留在车上了吗？星穹列车的行车仪上及时记录我们的行迹。空间站的动静这么大，瓦尔特先生不可能注意不到。嗯，我敢保证，你们的杨叔正在赶来的路上。现在的话，只是末日兽，姑且还能应付。但如果毁灭的令时也来了，末日兽是个什么？让我见识见识。谢谢喵豆沙。先抓紧离开这里吧，之后会跟你好好解释的。极送之库，这就是末日兽。虚无命意锁定了，机子可以在自身回合外触发追加攻击。每当我方造成弱点击破时，机子将会积累充能，好厉害。打他吧，该我出场了。现在拿到3点了，自动出场出去。你就防御吧，你猛姑娘出门，防御一下咕噜噜，快说吧，要开始了。
哇，好帅，姐姐好帅。接下来打的是都是为你准备的。单攻扩散，大家你要打谁啊？来，看看你的技能。哦，看到一个。争斗并无意义。完了完了，我的奶妈要没了。单攻单攻，就是现在。靠下我，送你们一起吧。娇弱青龙，你快快快！刚刚站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你在打？你在打？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再见，防御吧。等着姑娘出门，怎么可能会输呢？速战速决吧。接下来都是为你准备的，一个一个来。再见。障碍，哎，这咋过去？出口在那边，怎么过？被敌人发现了，那就打他。逃不掉的。哇，上来就揍。帅啊，哇，我有大招好了。哎，不是，我打错人了，我。该我出场了。快快快，防御吧，你不要没了。一个大招让我看看，姐姐。人类从不掩饰。哇，喝茶呢。当然，只包括我在内。厉害呀！哎呀，完了，哎呦，没了。咕噜噜被揍成。残血了，写云烟小离子，云烟小离子桃花热气球，哎，从哪上去？还能怎么加血吗？逃不掉的。
哇，上来就先揍他们，帅呀、啊，姐姐。姬子，争斗并无意义。我的大招也好了，是吧？让他们见识一下。一念之间，去吧。洞天幻化，长梦一绝。破！就是现在。再见。哎，没砍死啊。防御一手吧。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要开始了。就知道，接下来都是为你准备的。逃不掉的。乘胜追击，再见，帅呀、啊！莫桑比克射击法。车还没到，保不准就在附近。我视力好。等等，三月。啊！末日兽，居然真的追过来！末日兽，你下来啊！你过来啊！都小心了。切忌冲动行事，切忌冲动行事。打谁呢？这个吧。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王爷，你保护郭露露。缘分正好，这就给你加个祝福。速战速决吧。速决，那个技能，来个大招，姐姐。你可能还不明白，走。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也包括我在内。不至于这么好打吧，这个 boss。再来一个单攻，单攻谁呀、啊？单攻。逃不掉的。乘胜追击，刀如游云，娇弱轻浓。哎呦！不许跑！隔靴搔痒，挖沙呢，他在这儿，还差得远。哈哈哈哈哈！哎，这个盾还是很厉害。你在打？你在打？我说你打。我无意挑起争端。你得打他。你说来。可以啊，可以可以，伤害挺高。来，你还是防御吧，防御郭露露。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应该防一手别人。我来一个单攻好了，扩散吧，那个要。你漂亮。
哦，完了，应该防御他的。哎呀，完了！不许跑！争斗并无意义。来个大招吧！生死虚实，一念之间。去！洞天幻化。阿九念的好吃好饺子。哦，他的大招也很帅。哎呀，这就有点刮痧了。防御一手，乖乖站好，这就给你加个咒符。还得看姐姐呀。哎呀，没干掉呀，完了呀。扛住扛住扛住。这大招好了，防御手姐姐。哎，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要开始了。你的大招也好了，来。哼，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去。哦，是被我郭露露干掉的呀。哎，速战速决吧。哦，还没有那么简单，哈哈哈哈，想简单了，对不起。轮到你了，逃不掉的。战斗是一场设计，来呀！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结束吧。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当然也包括我在内。Nice 啊啊！还有，不好意思，没有那么简单。那怎么办？单攻破散。我当然是来者不拒。这是炒年糕呀！啊啊！完了，不许跑！怎么有点悬呢？击破！完了，扛不住了，扛不住了！你再打，该我出场了！击破了，你那个你的大招是啥？偶尔也该认真一下。你这个群攻好像没啥用啊。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嗯，防御谁啊？防御自己吧。乖乖站好。没有。这就给你加个祝福。修理修理，姐姐的大招什么时候好呀？还是得靠你呀。争斗并无意义，生死虚实，一念之间。打谁呀？能把他灭了吗？洞天幻化，长梦一绝。破！逃不掉的。让开，我无意挑起争端。完了，扛不住了，感觉。
一手姐，保一手姐姐吧。本姑娘出马，怎么可能会输呢？轮到你了。哎，郭露露现在感觉好没用啊！这点风烟效，胆子挺大嘛！不许跑！我姐的大招好了。你在打？我姐的大招好了。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并没有啊。争斗并无意义。抢回合，偶尔也该认真一下，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是草莓味的小熊老师，还是防御不了是吧？哎，要开始了，花杀，来，你能不能？能不能把他们解决了？哎，干掉了一个。哎呦，差一刀。那就姐姐解决他。哦，可以，还活着。嗯，防御一下吧。你防一下自己吧，可能你要没了。姐姐给你加个祝福。哦，1%，可要仔细。来，姐姐，来，死吧！对呀，哦 ，nice， 搞定了。太牛了，这次太牛了。那片糖葫芦就得白桃青酿。哎，你是谁？杨叔已经没事了，换个地方说话吧。OK。嗯，哇，郭露露还是好看的。空间站，军团威胁已经解除。我们赢了吗？撤退了。丹红，记得去找姬子。短信。姬子应该在附近吧？
哦，获得了一个五星的毁灭之影。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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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玩到这儿吧，今天玩到这儿吧。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这个官网预约一下，现在可以预约游戏，然后近期应该就上线了。就试玩到这里。嘚嘚嘚嘚，确实这个美术做的挺好的，很帅。准备去跟他们玩鹅鸭杀了。普通委员。开杀，来改个名。带刀好人。加入游戏，他们一局好快啊！哎，野包瑞是来分析出个人一只七落。Hello, 我懂了，我还我想着托尔摩光带揍，铁好。哎呀，这个过来的狼看到你了，太难看了。你觉得他还能跟你说啥？史黛芬要不要白色史黛芬？鸭王想飞你，我下把。可以呀、啊，可以呀、啊。飞里了，直接。嘿嘿嘿，飞水里了。谢谢。怎么？哎呀，好人！你怎么飞水里的？好人一生平安。世上还是好人多、啊。今晚上不刀你，好吧，牛肝就这么说定了。今晚上没毛病是吗，史黛芬？啊？是不是今天晚上不刀我？不刀牛肉干，必刀玉宅饮。准备。为什么必刀玉宅饮？没有为什么，想吃锅巴了。哎，江湖川鸭王是谁？怎么说？哎，你好呀！好呀，我单没刀，你追我干啥？好，哎，我没刀，哎，我真没刀。哎，怎么说？牛肝换不换真心？我看一下，别，我操，还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KB 要跟着你，别刀我，也别吃我。那不可能，我就算、哎、我就算是狼，我都不刀你，好吧？这一局。对啊，你们别过来，你们先出去一下，走开。啊，你是好人吗？怎么说？来这么，哎，我是好。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走开！我能，你别看，你先别别啊！没事，把他砍了啊！肯定是鹈鹕。我手快了，我手快了。哇！啊！我的偶像把我救出来了。哦，对。我被那个霍尔曼丹，这个小王八蛋吃掉了。真坏呀，他趁他们俩在那边视野盲区把我吃掉了，我以为我死了，我准备放电音去了，然后那牛肉被那个牛肉干和史黛芬救出来了，啊，牛肉干是警长，是啊，逃出升天过，不会是狼吧？啊，他俩双狼啊，
什么意思？两个人就你一个？嗯，我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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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过。那这啥意思？牛肉干和史黛芬给你救出来的？他是双狼给，就是两个医生给这个猫猫林做了个剖腹产，完事你生出来了，他合计给你给你也干人流了，但是他没来得及，你报警了，是这意思吗？要不我没想明白啊，那他俩砍完了以后，怎么是你报的警啊？听后面发言吧。我这把认为玉宅隐是好人，玉宅隐你有何高见？我过了。我是好人，我是一个鹅，我直接交身份，身份去不掉。圆脸是谁啊？在做任务，然后这一刀，这一刀那不就是在史黛芬和那个谁里面，对吧？也拉不圆。有没有说话干嘛的？直接就开刀，这不能是好人啊。然后隔壁小孩是最后在我视野内的，我们俩站在一起，然后其他的视角就没有什么了。您后面发言吧，我过了。那不是身份就都出来了吗？首先你们想，如果牛肉干和史黛芬两个人不是同身份的话，他俩怎么会敢在就是互相在一顿分析这一刀呢？那只能是牛肉干跟史黛芬是双狼。然后隔壁小孩又看到西门吹鸦从这个盔甲里边出来，然后西门吹鸦又被猫猫云胡装带购给吃了。那为什么西门吹鸦会被胡装带购吃了？肯定是西门吹鸦想贴胡装带购，胡装带购把西门吹鸦吃了。这样的话，等于是胡装带购是鹈鹕，西门吹鸦是鸽子，牛肉干和史黛芬是双狼，所以只死了一个这个鹈鹕，这不就全都出来了吗？咱们就挨个投，那个后边可以归一下票了。我过了。江湖川压我说自己是单走，因为我想了一下他俩线头谁的问题，然后我就回想起来上一把出生之后我就碰到了牛肉干，我无比信赖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就非常真诚的告诉了他我的身份，然后他就把我杀了。声音小，而且他还是个专杀，就是杀了我加拿大还不报警那种。所以这把我想到这件事之后，我就决定先把牛肉干出了，然后再出史黛芬过。凭啥就出我呀？我不知道呀，我就是出来找江户川鸭王的，我想为前两把赎罪。这个他是好人，我就把真实身份告诉他，他是坏人，我就让他杀我一刀，然后泄泄愤，别的没有了。那我就投史黛芬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凭啥就投我？我不需要，谢谢 F Rain 的提督，迟来的深情比草都清贱。我觉得玉宅隐刚说的很有道理，牛肉干跟史黛芬两个人在不知道对方情况身份的情况下，两个人一直并排走还敢出这一刀，我觉得双狼的可能性很大。过。好，那就听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并排走。我们没有并排走，这怎么隔壁小孩就投票了呢？啥意思啊？你是中立，你投不了票，你跳过吗？这是干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俩是双狼的话，能让西门吹鸦爆出这个警吗？对不对？而且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在一起去刀掉这个猫猫云？因为这个牛肉干他刚才给我了一个白色皮肤，所以我跟他说，我说这局我肯定不刀你，然后我们俩换个真心，然后我们俩就正准备换，这个 KB 就一直跟着我们，然后我们俩一直都没换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这 KB 不是很好，这个可能牛肉干也这么觉得，然后他就把他给刀了，但当时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是怎么回事，所以听牛肉干说一下吧，我还是愿意相信你可能是个好人的，那你就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刀他，把时间留给你，好吧，过了。我真的是好人呀，我还原一下场景，当时我跟史黛芬说真心换真心，然后让那个福尔摩呆别跟过来，说了四五遍他非要跟着，那就不能怪我了呀，而且这个咱们这个手术现场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不是很正常吗？这一个主刀医生他这个手术做不过来呀，这很正常的事情呀。我是那个带刀好人呀，你们别乱搞啊，我是好人，好吧。因为你想啊，我盘个逻辑啊，如果我跟史黛芬是双狼，那我刀完玉宅隐的同时，史黛芬不就能出刀开双刀了吗？怎么会让西门吹鸦把警给爆出来呢？我们两个明显不是双狼。我活着呢。你是啥呀？啊，就这样吧啊，过了。怎么说玉宅隐啊？不是 KB 吗？哎，我跳过吧，我不投了。
投不下去。哎呀，哇，这都还有四张起票、啊、那完了，六票，那我没办法。估计是狼，估计是狼。那他能是警长吗？我觉得也不像警长。谢谢阅历不够的提督，谢谢。但我现在可能有可能被当成另外一只狼。我得找个人啊。全都投他。哎，有人，这个人在干什么？卡视野，你有本事过来，你走开。装死了。哎呀，我真的是吐了呀，就不能等人家说一句话，我吐了，你把我。你还不是狼。哎呀，真的是服了。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刚走到那个祭坛旁边和奇异收珍品收藏室没事中间那个，我看刘晓松当错人比我被他砍开心多了，我跟你说。他也没有讲话，我走到旁边尸体的时候他在贴着我，他也不讲话、啊、你两具尸体都在那儿，一个 Stephen 圆脸是这个一个隔壁小孩哦，我应该刚才就在上面打一下这个圆脸，他刚才为什么要投我，反正是不是像是狼队友，不像是警长双刀吧、哦、警长双刀抱的鸡腿会分这么开吗？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有可能是他刀了一个然后又被刀了一刀，但我怀疑这个江湖山鸭王有没有可能是呆呆鸟站在尸体上不报警也不说话，我听你解释一下好吧。我这一把我假装生气，我假装生气。这个狼是谁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西门吹鸦有大问题。这西门吹鸦他说他的这个身份，我觉得是不太好。反正是，狼人我不知道都是谁，但是西门吹鸦我觉得可以出局，可以出局。他跟我这块说的身份不对劲，不对劲。反正是啊，跟我属于是撞身份了，属于是。不知道怎么说，反正他不好。转了，转了是吧？谢谢脆皮汤兜兜，谢谢续航里程。那我就当他说完了吧。那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哦。那个隔壁小孩跟史黛芬是一个警长摔到好人双死，我跟江户川鸭王看着他们俩杀的。是我出生的时候，然后走到那个。地牢门口那块的时候碰到了江户川鸭王和隔壁小孩两个人，然后他们俩就说要去找史莱芬，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然后追到史莱芬之后隔壁小孩上去直接杀了，然后两个人双死之后，我觉得江户川鸭王还行，因为这时候他也没刀我，而且他是跟隔壁小孩两个人一起走来的，单独走过来的，他如果是个狼，就是隔壁小孩肯定是警长嘛，他如果是个狼，他跟隔壁小孩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把隔壁小孩杀了吧，然后我跟江户川鸭王说警长杀好人不用报，然后我就走了，所以留一刀过去，看到江户川鸭王一个人站在那儿的情况，就是我看到他们那三，我说不用报警的，那就完了，那上榜我们可能就投错了，牛肉干可能就不一定是狼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史黛芬已知肯定是好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留一刀跟江户川鸭王都还行的情况下，西门吹鸦可以出。而且第一局如果说史黛芬牛肉干都是好人，等于外面没杀人，那确实鹈鹕很有可能吃到狼了嘛，对吧？我的身份第一轮是跟刘一刀互相交过的啊，今天还真的是个鸽子啊，西门吹鸦。西门吹鸦或者是有炮也行，这几个人里面出吧，或者就西门吹鸦跟影哥里出一个过。我觉得培培说的挺好的，为什么我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个红圈啊？感觉像是这么回事啊，西门吹鸦第一轮就是要投牛肉干的，对吧？他是第一个说牛肉干是坏人出刀的，然后谢谢三三三猴的舰长，留下西门吹鸦吧。我两轮出生没有遇到过人啊，我也想遇一下人。那找鸭王也没找见，反正我是好人就行了，这个肯定不会错。那投谁呀、啊？鸭王，你是不是好人啊？你要是好人，就真心换一下，好吧？我过了。OK， 好，我一会儿跟你真心换一下。江户川鸭王刚刚先回答一下刘一刀的问题，裴裴已经讲过了，是我是先看到了隔壁小孩，他说要执行。谁知道江户川鸭王是谁啊？看一下你正义执行，就跟着一块去了。结果一刀下去，一尸两命。故事就是这样的，随后碰到了刘一刀，然后我认同培培的观点，一刀跟培培
我们三个的身份目前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看被压。到我了，我说话啊。这是三刀 ，Stephen 是带刀的，他说了他带刀，但没出刀。牛肉干说他带刀，我啥时候我带刀？他出了一刀。隔壁小孩是警长，那你告诉 Stephen 跟那个牛肉干是不是撞身份了？是不是都是正义啊？他们俩是不是撞身份了？他们俩是不是出一狼？如果我是那只狼的话 ，Stephen 能活着吗？我被抛，我被牛肉干抛出来，我是不是直接把那个 Stephen 刀掉就行了？为什么要拉警报？我说了，他们两个当时在对身份，我没说清楚。他们俩在对身份的时候，那个猫猫云过去被他们刀掉了。我说他们两个不是共身份的，不是共编的，所以他们一个是正义狼，一个是那个假的正义，一个狼牌，一个是正义使者。宝那个的圆脸开视角了，他说牛肉干是张狼牌。谢谢。然后好人培培和那个鸭王是可以互保的，因为在那个双刀之后，双爆之后，好人培培跟鸭王都没有砍对方。刘一刀是拉警报的，也是好。影哥跟我一直在一起，那个。有炮是一张那个带身份的单走牌，影哥，我是最多是一张鸽子吧？我穿你工程衣服，我最多是一张鸽子，对吧？是不是？最多是张鸽子。我们俩这就盔甲里等着，我就当和平鸽了，出圆脸，我赢不了了。你们吓我也赢不了。我那还不如把你们抓狼，只有圆脸了，下圆脸没有问题的。鸭王跟好人培培是好，那个其他我都说完了。正义使者说带刀的，你们记清楚，他第一轮说带刀的，然后牛肉干也带刀的，好人也带，那个小孩也带刀，所以他们里面一定出一狼，我是踩他们的，我过了。什么呀，选就投自己心目中的狼吧，过了。感觉好人要赢啊。啊，平票啊。平票又怎么算啊，就都没都不死。也可以问是，别管你抹茶，现在喝我的这个，我做任务去。哎呦，我的声音大，我的声音大，你声音还行吧？还可以。他们说我声音大。我怎么调我的？大吗？对吧？我是你什么鹅？你什么鹅？什么鹅？观鸟，观鸟，你是什么？你观鸟？你观鸟，你出去演示一下，看我打了几次屁。你看一下，啊、我在右，我在你的右下角，你看我打了几次屁，看我打了几个屁。演不了了。太好笑了，忍不了啊！怎么了？要我先说吗？二加拿大，你踩到屎了。哦、行吧，我估计他也是交过身份了，拉着我不停的说。那投我吧，我还能怎么办呢？要不然别人的声音小吗？别人声音小，我再大一点。再留我一轮。那就投我吧，我过了，我不活了，不活了。那有炮那么大义凛然的，那也没什么好说了。有炮那么大义凛然的去贴你，他肯定是加拿大。我上一轮说了，他是单走牌，我帮你投圆脸了上一轮。那是影哥和刘一刀投我的呗。刘一刀也没投你啊？不是，你把我身份爆出来了，我都怕我被狙死。你这可早都没了，撞身份的，就圆脸就赢了，就下圆脸就赢了。我当然不知道呀。你想呀，我怎么敢？我一个狼牌怎么敢给你这么一只报你身份？你是个鸽子，你不想赢吗？你就这样帮好？赢不了、啊，你们都要下我，我只能我被下也是输啊，还不是抓圆脸出来的？哦，那我这个人就我就有点压力。你又给自己找理由。给我压力，给鸽子压力。我还没有赢过。哎，怎么说？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哎，这个不算猎人赢是吧？哎呀，松哥今天玩的好呀，松哥。投都投不准，怎么猎人还想赢？赢不了一点儿，你俩是脸。我们俩都投的圆脸啊。还说我是屎？我听到了，我们投的圆脸，我们俩都投的圆脸啊。下一把，直接下一把。
气死！好不容易拿一个带刀好人，嗯，呀，哦哦，粉头，哎，能不能交身份？交波星 ，KB KB 老师，哎，怎么说？哎。大哥，干什么？来来来，我们俩一死一买单，来，我就想砍你。你怎么又跟着？你是不是又拿鹈鹕了 ？KB， 你是不是又是鹈鹕？他在下面，他有。那你别偷听，你别偷听。你好人坏人？坏人坏人。你别死。啊。哎哎哎，开灯开灯开灯 ，KB 呢 ？KB 哎 ，KB 在这 ，KB 又想干啥？他每次都跟在这儿，很烦。谁跟这儿？谁跟着？你也叫了？他就在下边。走走吧，那在这站着吗？你给他叫过来，你给 KB 叫过来。你先我，哦，好吧，我先。那个。跑了，他走了，他走了。牛肉干是狼啊！别啊！哎啊啊啊！牛肉干是狼！啊啊啊！别被他砍了。好，躲着点。哎哎哎哎！你找个雾洞躲着点。咱俩在一起也行，咱俩在一起，咱俩在一起，咱俩在一起，谁过来我就砍他。你躲着点。哎，我报的警啊，我跟圆脸还有友胖，我们仨一直一起。然后鸭王上来呢，跟我们说他是带刀好人。然后有炮呢，听见他说他是带刀好人以后，有炮就跟我说，鸭王好不了一点。牛肉干是狼。一会儿呢，你们呢就见证我怎么把鸭王给砍了。然后我跟圆脸就跟着有炮，有炮找到了鸭王。鸭王之前好像是刀了一个人。有炮说：“鸭王，你为什么不报警？鸭王，你好不了一点。”然后他俩就变成了两个鸡腿，所以我们身边有三具鸡腿，刘一刀也能。证明，但是我们不知道刘一刀是什么。我觉得圆脸是个好人，我就说这么多了，我过了。是，哎，但是咱们当时看到的是两个鸡腿在地上吗？还是一个鸡腿在地上？反正当时谁在那儿，就是刘一刀，对吧？你还原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我们去的时候就刘一刀守，我怎么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刘一刀守着两个鸡腿啊？还是我看错了？一会儿让刘一刀说吧。然后有炮和江湖川鸭王就变成了两个鸡腿，我感觉好人都快死没了，都不一定投得出去人了。我现在可能只剩我和玉宅营两个好人了。过。开局有那个谁，KB， 然后是有吹鸭好像是，然后我们正准备交身份，然后后来这个廖小怂过来了，然后我就跟廖小怂去真心换真心了。结果待了一段时间，他也没刀我，然后后面我俩就全程在一块儿，所以我能应该能保一手，他应该是中间没动手，其他你们四个活着的我好像都没见过。那如果圆脸跟玉宅隐在一块儿，那就只能牛肉干和刘一刀里面出狼了，听听你俩咋聊呗，过。哦，我不是狼啊。我最后看到刘一刀跟那个西门吹鸭两个人一块走了，然后西门吹鸭死了，那刘一刀肯定是狼啊，而且那个木木说他在两具尸体上不报警，他肯定是狼啊。我跟他不是双狼，我们是双狼肯定一起走开双刀了嘛，那怎么可能放他跟吹鸭走，我们肯定双刀了呀。我跟他不是双狼，可能会被我确实是个中立，但是我这轮可以考虑投一个狼走，因为我发现这个狼比较多，因为死了五个人，这个我得先投一个狼走，所以我会帮你们投这个刘一刀。但你们如果要投我，我就弃票了，反正估计是剩两个狼，你们要投我就直接弃票。刘能把他狼队友卖了不？所以就这样吧，我过了。我觉得牛肉干说的有道理啊，这刘一刀我早就看得像个狼了，咱们就投刘一刀吧。刘一刀好不了一点儿，
必是个狼。我赞同牛肉干的观点，咱们冲票了，归票了，因为留一刀是狼嘛，他那个归票没什么太大意义。后面的我就活着呗，我的目标就是活着，好不好？投留一刀，留一刀了，我过了。投不了这一票啊，我底牌是好人。首先跟玉宅影和圆脸，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我和西门吹鸦到了实验室，看到了好人培培的尸体。因为有炮和你们两个刚好从右边过来，我们也是刚到，我们在想这个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在周围看一下人。当时从上面下来，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容易活呀？最上面实验室往下走的、啊，我和他往上走的时候，他那个西门说的是，一定实验室有人做任务的，是上面下来这几个人。首先你们知道这个西门吹鸦是好人，因为有炮刀了好人，所以那个尸体可能是我在那个位置去刀出来的，因为我们俩是一起走的，所以那个尸体是一定是外围人刀的，因为西门吹鸦是好人。队长双刀刀死的，所以投不了我。外置位剩的狼就只有是牛肉干和小孩中一个，我们就投牛肉干，因为我是带刀好人，我去把小孩给射了，好吧？哎、过了，那得出留一刀啊，不能让他把小孩给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明白白。啊！怎么还有三个人投我？渴望一分真感情。怎么办啊？哎，让他把他交给牛肉干，让他们俩在监狱里面解决。哎，挺好呀，这怎么说？就在这待着，在这待着，我得等 CD， 等 CD。可以，我就在后边，你别被砍了。我不是被砍的事儿，就我得跟牛肉干商量商量，我先砍一个这个牛肉干。哎，你能砍牛肉干吗？不能是吧？我能砍牛肉干，能砍牛肉干。那就谁来砍谁呗。牛肉干报警，这么的，这么的。我让牛肉干在这自焚的，完了，直接谈判吧，什么意思？这隔壁小孩跟史黛芬两个人隔角落谈恋爱呢是吧？人狼恋是吧？嗯，先把这个什么带刀好人留一刀给我投死，咱们再聊，我也不拘你们，咱们再聊，烦再聊聊，能聊一聊，先把这个什么带刀好人给我投了，给留一刀投了，咱们再聊聊，我过了。是这样，这个尴尬，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好好说，你是一个非常上道的人。然后呢，咱们玩这游戏玩了很久了，从来没有遇到过人狼恋赢的。这一次是一个机会，我和史黛芬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我相信你也是愿意成人之美的人。咱们就是说，能不能这轮把你投了？把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这见家长直接要给家长刀了是吧？你再想想，你听我说完，把你投了完事儿。没事，我归票。砍刘一刀，你不想让刘一刀死吗？他死在白天，成为一个鸡腿儿，总比他这个在外面被那个小推车推一下，往那个峡谷掉一下，死的更凄惨吧？对不对？我怕啥呢？我怕给这刘一刀投完了，游戏结束了，那不是留遗憾吗？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哦，结束不了吧？应该投刘一刀的话是狼赢吗？嗯，你猜一下这个刘一刀身份，你崩他一下，你崩死了呢？咱就说这，你给自己崩死了呢？咱说也不留遗憾，行吧？我其实投你，我肯定是下不了这个手的，我是不想把票点在你身上。咱就说都是成人之美之人，以后我要遇到你跟别人人狼恋之呢，我也会帮你的，尽心尽力，就是我给你的承诺，好吧？我过了。不行啊，感觉。别说了，我帮你投牛肉干一票。不要投我，不许再说了，好吧？我投他一票，我过了。我骗你的，我没有刀，没有。哦，没刀啊？那我们不是赢啊？那投牛肉干啊？刘一刀，你别放弃啊！你别放弃。我帮你投，我想想，隔壁小孩，因为咱们两个是好人，等于牛肉干和史黛芬和隔壁小孩当中的一个人是狼，对吧？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好人，中立全死光了，对吧？因为牛肉干说他能投票，他肯定不是中立，咱们两个投一个，除非他们三个绑票，他们也不知道投谁，对不对？除非他们三个绑票投你，我们就投隔壁小孩，好吧？我们坚决不种族的恋爱，就是烧死他们，我就是。我就是反对人狼恋，不准他们赢。
我们就投隔壁小孩，我反正手上有票，最后选择就看牛肉干，牛肉干想赢还有机会，他投隔壁小孩，他们两个一起死，然后你们两个拼刀，完美吧，这个决策。那我就带票投这隔壁小孩了，来吧，过了。史黛芬聊聊，史黛芬。哎呀，这压根好好唠唠。哎，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我现在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圆脸和刘一刀里面有个什么中立啊，对吧？你就算把恋人投出去了，你也赢不了呀。你们两个就如果你们俩是好人的话，那你把牛肉干这个确定的狼投出去了，哎，你的票已经出了，那我不跟你说，我跟刘一刀说，先把牛肉干出了，好不好？就是你手里可能还有刀。对吧，你可能是为了躲刺客的那一枪，那给你一个赢的。他不懂事啊，他不懂事，你别放心上，牛肉干咱自投好不好，你别听他的，他劝错人了。我知道你手里大概率还是有刀的，你就跟隔壁小孩拼一刀好不好，还是有机会赢的。咱们把这个牛肉干投出去，别投隔壁小孩，刚刚也别投我，刚刚好不好？他可以狙你，他可以狙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怎么都不说两句好好听话呢？这什么呀？这两个人。鸡了呀！说两句漂亮话呀！这他妈啊！不准，气死了！状况吧，这谁？这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吧？这枪在我手里啊！我寻思，哎呀，盖刘兔兔的音，他肯定狙我们啊！他这是什么状况？他不狙我们，不是他狙我们，基本上狼人稳赢，不那个鸭子稳赢。你们说两句好听话呀！你们这，哎、我还没说好听话呀，所以还不好听啊。反正刘小怂也还是赢了。我寻思枪在我手里呢，我说这是不是搞反了呀？这，屌牛肉干。那我说你啥？我让你投谁啊？我让你投自己？我说不出来这种话。让他自投啊！不是不是，这太不要脸了，我说不出来。不是不是，我们投那个先投个好人再说嘛，对不对？先把那个投了，把先把你们共同的敌人投掉，知道不？对对对，下把下把接着谈，下把再谈。哎、谁知道你会狙我们呀？这太狠了！谢谢啊，好，下把继续下把。哎，狼人之间内讧了，那被狼发现了，这就很难。哎哎哎，我那个啥，我单走牌，对不起对不起，我单走啊，咋的？哦，那请吧，你走吧。那你要告诉我你是啥吗？单走吗？你要告诉我你是啥吗？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好，你是鹅，我公。鹅，我是鹅，我是鹅。哎，你们俩啥情况？哎，干嘛？不高兴呢？干啥？你们不像好人。加入吗？看你俩不像好人，我走了。哎，这个人在这干嘛？鬼鬼祟祟。哎，哎，啥情况？大哥，你觉得这俩人有问题吗？谁俩？我觉得，我不敢动手。这个世界上能有这么多好人吗？我觉得怎么有点奇怪呢？啊？你选择一下。哎呀，这把我要鸽子，我就贴赢啊！牛逼，留一刀牛逼，啥意思？留一刀好人啊！留一刀好人，为啥？为啥？好人，好人，死了，你能明白不？哦，俩都死了。哦，多谢多谢。现在能证明我和留一刀是好人了吧？那你为啥是好人啊，隔壁小孩？因为我和留一刀交身份了。你是啥？那不能跟你说，你不能知道的太多，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啊？是不是要在这儿？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这边有个，这边有一个坏人被我们刀了，别报警，别报警，别报警，坏人，这是坏人，这是坏人，这是坏人。我是鹅。哎！啊！我直接报警。
炸弹不在我手上，谁完了在我手上。在那个谁有炮来了之后，炸弹开始响起。哦，有炮是有。Stephen 是炸弹狼的，因为我跟小孩是。牛肉干没了。所以就在 Stephen 和那个有炮里面是，是出一个叫什么？出一个炸弹狼。其实我更偏向于 Stephen， 因为 Stephen 和江户川鸭王可能是双狼，他们俩当时他是一手跟我们在那个祭坛里面可能是想双狼双刀，对吧？那就没事了，那可能刺客已经死掉了。那我就不管了，那我也不挑身份，报身份的。那刺客是应该死的，我其实偏向于投 Stephen， 因为有炮直接过来给我们扔炸弹，那太明显了，所以就只能是 Stephen 在有炮来了之后开始扔炸弹的，就把 Stephen 投掉吧。小孩归票过了。佩佩，我跟牛肉干还有谁说我的身份了？我这一把全程基本上就碰到过西门吹鸦和史黛芬，我跟西门吹鸦先押上全部身家，互相交了个真心。然后我们聊着聊着，史黛芬来了，然后他问我们俩在干嘛，我们说要不要一起交心，然后他就走了，没跟我们交心。然后后面就没碰到我，最后的时候好像碰到了圆脸在笑，我是一手吗？然后我问他啥情况，他可能没听到我说话吧，然后就有人报警了。哦，你看到我在笑，我全程没有见过。十五秒是一手是吧？那个，你不是和什么？那就是他是狼在脏我。Stephen 在一起吗？我出来之后，我开始没有看到人，后来突然看到了有炮和玉甲影冲。因为刘一刀是直接刀了，那他就是个警长啊，不，他就是个那个正常的狼。那咋说？那你先说吧，我先说。好，那个刘小怂，你被养猪了好吧？我，哎呀，我不能直接报身份，但是知道我身份的人好像已经死了，就是我现在报会有刺客吗？我盘清楚了，因为我是一手炸弹，我现在炸弹在我身上，然后还有我接到的时候还有15秒，所以现在只能是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刘一刀是那个应该是刺客吧，对吧？然后那个有炮是炸弹狼。等这个有炮过，这个刘一刀当着咱俩的面把谁给刀了，然后你就信他是个警长了，其实他是那个刺客。然后这个有炮过来之后，有炮把炸弹给我了，然后这个刘一刀我不知道为啥他选择报警，因为是炸弹嘛，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双刀，所以他就报警了，然后脏我一手，他说他是一手炸弹，他一手炸弹那个时间根本来不及再传出去。他把炸弹传出去，然后他在那个尸体上报警，对不对？就怂哥你自己盘这个逻辑，那就两个狼都找出来了。这个，他脏我，他肯定是狼，所以就看先出谁嘛。我听你的啊，你说先出谁，我们就先出谁，好吧？过。那你们的信息告刘一刀跟那个史蒂芬的视角告诉我，刘大哥一定是让好了呗。你们俩都在跟刘大哥求饶，那刘大哥肯定是张好，对吧？史蒂芬跟刘一刀的发言里面，我会比较觉得史蒂芬更像一张好人牌，但是因为隔壁小孩跟刘一刀在一起特别久，所以还是得叫那个刘大哥去判定刘一刀到底是不是张好。我是全程没有看到你们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谁传一手炸弹。我天黑之后就在那个书房下面那个就是躲猫猫那个地方躲着，然后没了。哦，刘小怂可能是炸弹。俩狼在那儿演。你跟培培押上全部身家，你会是个好人牌。现在你西门吹押就是个铁坏坏，因为关灯的时候，我从前堂下面往祭坛上面上方走的时候，你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说你全程没有看到大家，没跟大家走在一起，你就是睁眼说瞎话。还有那个史黛芬还要踩我是狼。我一路都在喊我是鹅，我是鹅。我来的时候你们应该有听到我在说完了我是鹅。那刘小怂是狼，也是个鹅。然后后来，有那个谁，俩人在那演戏呢。西门吹鸦在做关灯的狼任务，然后我们就严重的怀疑西门吹鸦。我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我影哥和圆脸，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不可能啊，他俩是狼，为啥当时不刀我呀？当时刀我不就行了？因为我怕上面刚做完关灯任务的人下来。然后我就一个人，我就拼命的往下跑。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听到圆脸喊了一声，但是他现在掉麦了，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影哥怎么死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视角的。然后我就直接往祭坛走，就遇到西门吹鸦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还说了声西门吹鸦，你怎么在这里？因为我的视角以为他是在实验室里面的，好吧？全票打飞，西门吹鸦过。
西门吹鸦反正是撒谎了，因为关灯的时候你还从我们这边上出现了，冒了下头，你告诉我你全程在那一个地方面壁，那不就纯扯淡的吗？你先把这个西门吹鸦投了吧，不管咋的他说的一定不是话的，回一个西门吹鸦。哎，他会不会是呆呆鸟啊？嗯，柳叶刀是刺客。那西门吹鸦是那个炸弹狼，我可能没看到他。他是，哦哦，哎，我的。炸了在扭，为什么一进来就会有炸弹啊？哎，加拿大鹅被炸了不报警是吗？是这上一轮炸弹炸弹啊，不能报。没有看到人啊。就是关灯那一瞬间人没了。那不会是西门吹鸦跟培培两个双狼吧？还搁那正义使者压上全额。培培是狼，这么多鹅，不可能。那留一刀呢？是吗？为啥有这么多？是不还有圆脸，还有培培？哎，对吧？是那咋办？那贝贝在这儿，贝贝也死了吗？哎呦，我没 CD 了，哎呀！有一刀是警长，都是狼呀！对呀，留的哥漂亮，果断，可以。我应该不杀木木的。啊，圆脸，今天见我，我发现了圆脸。吃了三个。圆脸天天骗我。圆脸，我们全在圆脸肚子里开会呢。第一天，我这不知道投谁，直接投圆脸呢。哎呀，那我以为刘一刀他不是警长呀，就给他爆出来了。咋又是个这？麦有点爆。谢谢阅历不够，谢谢爱玩娃的珍妮的提督。离得太近了可能。原来两个人是狼。哎呀，他们俩是狼啊。哎呀。是你呀、啊、哎呦。哎呦，我的这么惨啊，培培得罪人太多了。江湖上鸭王说不了话，加拿大死了。哦，牛肉干鸭王，鸭王，我先说啊，我先说吧，我别哥等你们了。我那个什么，我是和平哥，完事我专亏，是为了我上厕所，没想到这个直接报警了，我先上厕所了。所以停会儿回来，我听听你们过了。没声音，没声音，你调一下那个音轨啥的。哎，我说一下，我这有信息。当时史黛芬在我面前直接爆开了，那就是要么是他是个，反正要么有隐身，要么有加拿大，或者他是恋人，反正就是他离我很远的一个身位爆开了。然后那就是江户川要么刀了他的恋人，太惨了。要么江户川是一个超能力或者隐身把他，哎不对，他也不是加拿大，那就他是恋子，培培是个加拿大。应该是这样，我有信息啊，因为当时史黛芬正跟我说话呢，突然在我面前爆开了，所以那个史黛芬应该是链子跟培培啊、嗯，然后外坠有炮这道我不知道，过来。这边是西门吹鸦，我在想要不要保一下江湖川鸦王，他都掉线了，我就不保他了吧。我觉得，那个圆脸跟刘一刀我们人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影哥是吧？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然后他们知道鸭王的身份，我跟他们交过身份之后，他们应该知道鸭王的身份。然后有炮应该跟 Stephen 是一个猎人，太惨了，而是被刀掉的，被鸭王报警的。那只有一个活人没呆了，你们可以去听一下那个影哥、刘一刀和圆脸的发言。好。我发言，我跟圆脸准备交身份，然后影哥说我们俩可能是猎人，谢谢 LTTTT， 我是好人，只是他上一把是鹈鹕。他拿了很多把坏人，我觉得他这把有可能是好人才去跟他交这个身份的。然后我知道呗，这位可能谁是加拿大啊，所以江湖上的鸭王可能是没有到加拿大的。那个史黛芬爆开了，要么是那个，要么是超能力，要么就是猎人爆开了。所以其实也没什么信息啊，因为当时在实验室上面也有很多人，外置位的牌都没看见。刘若干这个发言其实我觉得不是太像好人的，好吧，我过了。
我觉得西门吹鸦你那个发言有一点问题，为什么是你本来想保一下江户川鸦王，因为他掉线了所以你不保，我没听懂这里边啥是啥意思，他要是不掉线你就能保他，他反正科三考试不知道啥意思，然后刘一刀说外职位有加拿大，就感觉反正西门吹鸦这个发言挺开视角的，隔壁小孩确实钻盔甲了，所以隔壁小孩他说他是鸽子应该就是鸽子了，也没听说说工程冒充鸽子的，那我也没什么信息，我觉得刘一刀跟圆脸是链子，我过了，刘一刀和圆脸是链子，不是链子，但是我觉得刘一刀肯定是坏人，刘一刀追着我，我跟他说别靠近我，因为我们可以隔着距离交身份嘛，他就一直，你想有人追我对吧，我在喊别过来别过来，他至少解释一下，他说我是好人，我们找个地方说也行，他不说就冲往这边冲，还好有人报警了，不然我就要被刘一刀砍死了，我觉得他是想砍我，我本来不确定他是好人想砍我还是坏人想砍我，我就跟他说我是好人你别砍我，但是他还是往我这边冲，所以我觉得他是铁坏人，就把刘一刀投了吧，我投他啊，我过了。隔壁小孩是说是就来个带刀好人给他砍了吧，来个警长给他砍了，或者正义社给他砍了吧，别浪费啊，直接砍。西门吹鸦像是呆呆鸟，然后我感觉啊，然后要投的话我可以投这个，感觉反正可以把鸦王给投出去，鸦王应该可以投，没了，掉线投不了，再归一个，再归一个，啊。掉线投不了啊，投不了、啊，哦，那他妈的，掉线投不了，这弯了，我操，哎，行 ，KB 挺好，圆脸能投，怎么说？痛快的，归一个，圆脸投圆脸，啊，开炮，怎么突然投我？天，雷霆行动。怎么天哪，呆呆鸟赢了、啊、你们可真行呀、啊、你们可真行呀、啊、呆呆鸟给投了，谢谢大家啊，我屌了、啊、我随大溜啊啊啊，可以可以可以，无装带动天天选，可以可以，黑币还是厉害，为了非常赖不想玩了呗，黑币KB, 啊、哎呀，什么时候我拿一回呆呆鸟也能有这待遇啊 ？KB， 你就我想投鸭王的，他妈的说的不让投，我晕掉了呀！这圆脸狂喜，来不得了吗？哔哔哔哔，我想投鸭王呀，这不让投啊！不是，我本来觉得我铁好人了，我怎么才能变坏人？突然雷霆行动把我行动了，你这个。怎么又是你？这不就尴尬了？你是什么？哎，又是你！啊啊！尴尬了，啥意思？你是啥？你是啥？你是啥？你肯定不是好人，你肯定不是好人。你刚才说的话，我是正义使者。不可能！我真是真的，真的必须的呀！啊！为什么？为啥？气死了！哎，糟了，糟了！哎哎哎！气死了！哎，他真的是正义使者呀！哦，不是我，我是一手。他真的是正义使者。哎呀，为啥这么慢啊？鹈鹕不是嘴长吗？我天哪！然后呢？哦，这样就可以找到了星辰山。我刻意咋了？我就是要吃它，那就不是拼手速吗？我也在按。我靠，这是什么？10101101101，爆炸的时候，
在实验室上方的走廊爆炸了之后，还有一个两个鸟腿啊，一个是黑色的鸟腿，一个是我操，我就忘了，反正有两个尸体。然后呢，我往下走，我看到了有炮跟玉簪影，然后呢，他俩说牛肉干是爆炸弹王，他炸弹王已经死了，所以呢，有炮跟玉簪影里面两个必带刀。必带刀，好吧，有炮跟玉簪两个必带刀，必须报身份。如果你不报身份的话，就直接就归票，让那个莫作为直接归票，有炮或玉簪二选一，好吧，绝对没错啊。因为在那个爆炸的路上已经有两具鸟腿了，我一路走下来往下走，就看到玉簪影跟有炮。再让呆呆鸟赢一回，赶紧结束。OK OK， 我跟影哥是一出生就互换了身份的，然后我认不下影哥是坏坏，但是你的发言我觉得你挺好的，好像挺有正义感的那种感觉。我是从下面来的，我跟影哥没有我跟他一起活，然后发现了石门春鸦从我们边上过去，在那个巷道呢，在那个叫什么来着，隧道呢，然后他就上去看人了，然后当时就有炸弹的滴滴滴的声音，然后我就疯狂的就是回头就跑，然后影哥我以为影哥炸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从下面来的时候又遇到了影哥，影哥没有死，然后中间路途有遇到培培，然后我感觉培培也不像是坏人，然后我就问影哥你把炸弹锤给谁了，传给谁，他说他传给鸭王，鸭王也炸死了，所以一具尸体是鸭王的，然后他我问他谁给他传炸弹，他是牛肉干，我觉得影哥不是坏人，好吧，过了。我是个鸽子，就直接跟你明打的，我起手就进那个盔甲里了，所以说你们整个这个炸弹的故事其实都是在我眼里的。我是个比较爱好和平的哥，在目前来看，这个这么多人的这个狼人优势特别大，我帮你们把这个炸弹王给他点出来。这个炸弹王大概率是玉簪影，为什么大概率是玉簪影呢？本来四五个人在那孤独而站的时候，狗屁事没有。玉簪影过来了，没他妈两秒钟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响，然后玉簪影就开始在这绕圈啊，有炸弹有炸弹，那个状态根本不像是那种着急有炸弹的那种状态。所以说，我觉得玉簪影有可能是个炸弹王，当然了，是一点拙见，因为炸弹这个东西传的时候毕竟是不能亲眼看见的，我也是就听声辨人，感觉他有点像。然后，哎，我本来合计这个打个平衡嘛，这个好人陪陪啊。好人陪陪也钻这个盔甲了，什么身份呢？好人陪陪，你不是狼就是个工程师，我错了。怎么各种在质疑别人钻盔甲、啊？我怀疑一下当时情况，我们当时四个人在那儿，干好人陪陪，哎，隔壁小孩，然后隔壁小孩钻的盔甲，玉簪影我是没看到他什么时候过来，然后西门吹鸦从下面上来之后，没过了一会儿，这炸弹就响了，我不是第一手炸弹，我不知道一手炸弹是谁，我是直接往上走了，西门吹鸦也往上走了，我走了一半才想起来，好像不应该跟他走，他是疑似炸弹狼的，反正他之后我也不知道被谁炸死了，反正我跑得挺快的，因为他当时是非常像那个炸弹狼，因为他刚上来，然后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在盔甲里应该可以看见那个西门吹鸦一直在来回走位，一直在踱步，他随时想跑的样子，所以我是当时怀疑西门吹鸦是炸弹狼的，结果都死掉了。其他外置位信息我就说培培也钻盔甲，反正你是鸽子，我以为你是工程师这么正大光明的，然后听完猫猫云发言，其实我觉得他发言有点像呆呆鸟，我是不敢投他，我看情况，我听后面发言，要听听圆脸发言吧，我过了。不听我的发言吗？还听圆脸发言？这把就出这隔壁小孩，这隔壁小孩纯的胡编，就是胡编。你们懂什么叫胡编？就是嘴里没有一句实话。我出生跟有炮在一块儿。然后我们俩互换完身份，我们俩往上走，走着走着牛肉干就过来了，牛肉干直接他妈把炸弹传给我了，傻逼了，几秒我就开始追牛肉干，牛肉干就在那块说别给我，然后我发现我追不上牛肉干，然后我这时候一拐弯，我就看见了江户川鸭王，我就把炸弹给江户川鸭王了，我给江户川鸭王的时候估计这炸弹还有三四秒的时间吧，那我估计江户川鸭王就是被炸死了，然后后来马上又碰到了有炮，然后呢，我跟有炮就问我那个江户川，问我这个炸弹给谁了，我说给江户川鸭王，他说谁给的你炸弹，我说牛肉干给的我炸弹，然后有炮就说那牛肉干是狼，然后后来我们就碰上了这胡装带斗，所以这隔壁小孩说什么我不着急，说什么我是炸弹王，就是纯纯胡编，他是个屁的鸽子，他他妈肯定是狼人，这把就把隔壁小孩给我扔出去。狼人是不是也能钻盔甲？就扔这隔壁小孩，我投了。我投玉，
我逃狱宅隐，我是工程师。啊，换身份了、这个、我觉得有炮还行，因为我就是在大家说有炸弹的时候我就跑了嘛。我第一轮听到有炸弹是跟那个胡尔摩在一起跑的，然后跑着跑着他还贴得我有点近，然后他还说了一句炸弹不会在你身上吧，然后但我当时身上也没有炸弹，我还以为是在他身上，然后我继续跑绕到下面绕一圈的时候跟那个有炮来了，玉宅也要把自己狙死了。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上面有炸弹，别往上去”。这句话我觉得他像个好人，因为他是狼，他巴不得我往上去。圆脸没时间说话了。然后我觉得隔壁小孩挺像鸽子的呀，要不然他也不会明着钻盔甲吧？因为我是工程师，我比较敏感嘛，看到他钻盔甲，我就在想他，那他应该就是个鸽子。圆脸没时间了。投玉宅影过。我没时间了，我沉浸在上一把雷霆行动当中啊，过了。啊！没被骗到，可以呀、啊。No， 有炮的刺客，操！我刺你大爷！我刺！哎，他不呆呆鸟吗 ？KB 再把呆呆鸟狂推出去！我操！快快快快快快！就等着看你翻车！快快快快快拉铃拉铃，把有炮扛推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他们俩在干啥？是狼啊？谁是狼啊？错了，你炸弹扔出去要十秒以后，啊、它才会滴滴滴。鸽子也没了，加拿大鹅也、嗯、哦，加拿大鹅。哎呀，加拿大了！哎呀，我倒是、哎、加拿大了，我倒是加拿大，不是个好人陪。为何隔壁小孩，你俩是不是当刺客不存在呀、啊？啊，就这么明着聊自己身份，你俩是不是当刺客不存在呀、啊？啊，你等一会儿，等我这个枪好了，隔壁小孩你看我崩不崩你就完事儿了，你看我投不投你就完事儿了。你看的是我枪快还是你的那个投我快、啊？你绝对没有隔壁小孩快，你绝对没个，你要点三下来两下，他只要点一下，你看他点快又没有用，又投不出去。我现在也，我就在这耗着，必把你崩死啊！必投死你俩是当我不存在是吧？就跟我聊，我必崩了你，我。没有了，这五个人，我们跳过啊，跳，直接跳过，跳过，跳什么过？先投死他，给你扣个时间，崩他，崩他，啥来着？你是狙他，我他妈鸽子，一瞬间还恍惚了，让我一瞬间我还差点恍惚了，我差点笑死了，工程师啊，我都告诉你了，刘一刀是那个啊。不是刘一刀，哎，好笑了。杨二怂，你卖我什么意思？玉宅影现在，影哥，你养我猪是吧？有点东西，什么意思？我把鹈鹕刀了是吧？鹈鹕刀了，居然还输了，哼，死亡！你刚刚那种，你等着我们要成立沙币联盟了，你完了。沙币，你是最大，你是最，你是大沙币，那个牛肉干。有点厉害啊我那这么花、把我当啥啥情况沙币不怎么说刚才那把我跟你当时站在一起怎么说厕所我就没刀你怎么说Stephen 能聊吗能来聊来啊！不要做人，漂亮。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和这个圆脸还有培培出生在这个，那就是加拿大了呗。然后我是个没有刀的好人，完事儿我就在那儿数倒计时，倒计时吓唬这个好人。为啥有炮的 CD 这么短啊？我的 CD 那么长，但跑一跑他爆了。但不是圆脸刀的，圆脸离他有点距离，这个培培离我近，我怕圆脸误会我。我心想，我专业杀手刀到加拿大也不会。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刘一刀或玉莲音里面有他的恋人，他是恋人爆炸死。我是怕你这个冤枉我才爆的。哦，恋人、啊。跟你说明白了啊，我不是个坏人，我就是吓唬他，我没有刀。怎么像我面刀似的？这个时间难道不是加拿大吗？
那就啊，我觉得隔壁小孩可能说是真的、啊、因为现场其实就我俩，他可以说是我面刀，所以那就是刘一刀和玉宅影当中有陪陪的恋人，那投谁呢？那两个人是怎么死的呢？其他人说说吧，我过了。有恋人，那为什么床上死三个啊？那恋人不死两个吗？对不对？就算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反正到了一个恋人，那恋人之后还有一个人是谁？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认吗？那如果没人认，我就要跳过了，好吧？没事的，过了。不是这个时间，难道不是刀到加拿大了吗？然后隔壁小孩都没说，没有提圆脸，然后圆脸自己说了一个，就有没有可能是双狼啊？他们俩，我是觉得这时间挺短的。但是外传还死了两个，就这个时间是挺快的。你们就盘一盘呗，有没有人知道加拿大的身份呀？我先过了。江户川鸭王发言，根据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双狼双刀，要看哪两个人是走在一块的。我是出生在实验互动，然后一路往左边走，遇到了牛肉干，然后还有一个人我忘记了，然后其他人看一下你们的信息当中有没有两个人一块走的，如果没有其他两个人一块走的话，那我就怀疑隔壁小孩和圆脸。大哥啊，你的意思是他们双狼双刀刀到加拿大了是吧？那只能是刀到加拿大，不然双狼双刀不可能报警嘛，这个是基础逻辑。最后报警的时候，那个鸭王在那做擦盔甲的任务，我中间遇到过西门吹鸭，反正我们都在实验室那块，我们三个肯定是没有待到时间。胡尔摩呆当时是从，我看一下地图啊，是从下面祭坛下面走过来的，他有可能会出刀，有炮是没见过。你要盘小孩跟圆脸是双狼，有点极限吧？小孩还要编出一套什么圆脸面前炸开一个人这种话，不太像。我感觉像是外置位出了一刀，我觉得。啊，别的没了，我过了。牛肉干是好，鸭王和我牛肉干在一起，牛肉干盘这个逻辑完全是对的。不要听有炮归票了，圆脸这个位置不可能是小孩的狼同伴。小孩如果是圆脸狼同伴，他踩到加拿大，他就不会把圆脸供出来，说圆脸也在旁边。他们俩是在场的，他们俩是不供边的。他说，然后他明显不认识圆脸，怕他被误会，所以小孩跟圆脸不是双刀，然后也没有刀加拿大，是爆开的。他们两个是一张好人牌。胡尔摩呆像张好，他说最后盘不出来就跳过。史黛芬只能跟有炮是双狼了吧？如果真的他们两个出史黛芬跟有炮里面出一个好人的话，那就那个胡尔摩呆里面那个塞进去。但是我能保的是牛肉干鸭王，然后隔壁小孩跟圆脸不认识，所以不可能出双刀。我这轮不会听有炮归票，因为史黛芬听起来不太好。没了，我这小孩是张好人牌，那圆脸也就是好人牌，我过了。牛肉干鸭王听好，我这边一定要归票，不然有炮隔壁小孩被出。如果有炮不归隔壁小孩，点跳过我可以点跳过，他要归隔壁小孩我就下有炮，我比较倾向于下有炮。但是史黛芬听起来我没听过啊，就有炮吧，过了。不是，有没有人说过我？你现在就全打在我身上，什么意思啊？不听我归票也就算了，还给我选择。如果我归了隔壁小孩，我就有问题；我不归小隔壁小孩，我办个好。你这样玩法是不是有点太极限了呀？我感觉我是好人带刀，我都要把你刀了。但是我就是一个全场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的人，我是出生在隧道入口，然后我往礼堂方向走的，然后就报警了，好吧？我觉得你西门吹鸭玩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有点过了，好吧，我归西门吹鸭过。哎呀，有炮没了呀，警长不是那个，他是刺客。牛肉干，我们实验室捡牛肉干。可以可以，实验室在哪儿？呆呆是狼对吧？你才是狼。哎，算了。
边，别踢我一边。哎，我不管，我就这样。我加拿大美少杀给他。哎呦，我玩没这么玩的呀，我去。这直接给我刀了啊！直接给我刀了。啊，你死了呀？对啊。谁死了？这是谁？这是谁？下一个是史黛芬死了。点点跟隔壁史黛芬死了。隔壁小孩，牛肉干做任务的。那还有我们也可以呢。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真实身份啊。哎，你叫先别踢，哎，别踢，有个，这次我都不会刀你一次，我没刀你，我可没养你猪啊，有炮，我这把是知道你在厕所，我没好意思刀你，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我可不是养猪，我狼队友来了，我狼队友来了，那没办法了，都双狼在场了，你说我不可能不开刀啊？对，那没关系，没关系。警长没了，警长把其实我自己也是想出局的，我是个呆呆鸟。这不是要赢了？纯纯他妈小脑警长吗？鹈鹕要赢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刘小松警长吗？刘小松，你害死我！怎么我跟你们说？不是圆脸的，你害死了我，遮在我身上。你渲染的太恐怖了，我吐了呀！鹈鹕要赢了呀！我今天把话撂这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刀西门吹呀，刀到他下播为止，让他直播没有任何效果。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了，我这么多鸡腿、哎，你别弹性那么差了。这不是弹性差不差，我就要刀他。完了，熊总没毛病，确实有点恐怖啊，有点恐怖。有套话都没说呢，直接给锤出去了。对啊，把我锤成那样，而且还说我如果归票隔壁小孩，我就要怎么样？我不归票他，我怎么样？我这人烂了，我这人是让他安排了呗。哎呀，拉什么？你有朋友是不是狼吗？你还真是狼啊，有朋友。笑死了，那必须的，我必须。那他没盘错呀，你是狼，你还气你气你气什么呀？我不管。狼没盘粉。培培，你也等着，培培。我怎么了？培培被刀了，他怎么了？培培怎么了？培培被刀了，他就骂了。我让你等着，有炮等着而已。有炮，你现在就把名儿给改成单干的有炮，你现在就把名儿给改成我单杠单杠。单干，我明天再来。好，那你再杀我，那你再杀。哎，谁？没杀你啊？谁杀你了？那捡个兄弟啊！等一下，捡个兄弟。你链子死的没办法。不是，我不是链子。手还是得快呀！杀了我。又被 KD 了。培培是什么选择啊？我告诉你，临走前就得快，临走前没把他给解决了。不管啊。这把必须，哎，这谁？留一刀。哦，留一刀。怎么说？你是啥？你干嘛？你干嘛贴我这么近？玫瑰花。哎，这个留一刀。留一刀，我在。干什么？对呀，留一刀什么意思？他一直追着我，啥意思？没事儿，我保护你。那你来，你报个身份，留一刀，快。留一刀快！我带刀好人快！留一刀快！快！不爆是吧？啊！哈哈哈哈哈！都说了，没事儿，开刀了，我不管。这有点尴尬。那个史黛芬是警长，把刘一刀给砍了，砍错了。我跟史黛芬在问刘一刀身份，他不说话，可能麦坏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反正是砍错了。但是那个位置我觉得我不报警也不太合适吧，就在书房那儿，我还是报了、啊、刺客没了，然后外助还砍了一刀西门，那个因为我肯定不是狼了对吧，我是狼，我看到警长刀了一个好人，我不可能报警，我肯定外助他说的太慢了，我听见他说他是工程啊，然后他工程师他嚣张什么、啊、他一直追着我，当然你们也可以盘我刀了加拿大，但是没有道理嘛，我到了加拿大我不会编出这么一套说是警长刀死一个人，因为史黛芬跟刘一刀的尸体我是看到的，你们外助位都见不到对吧，所以你们就盘一下外助位刀西门的是谁就行了，就这样吧，我过了，行，西门是我刀的，然后刀完了看到隔壁小孩他俩应该也没出刀好吧，过，真横啊这个，正如有炮所说，然后我和玉言也对身份，然后有炮跑过来跟咱俩说把这个西门吹压倒了，这个听听你们后这位发言吧。嗯，我觉得吧，
就以有炮现在这个发言状态来讲，有炮应该是个好人。嗯，我觉得应该不会骗我和隔壁小孩儿，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刀的西门吹鸦。然后我跟隔壁小孩有一段时间独处，他没刀我，我觉得隔壁小孩还行吧，但是他没告诉我他啥身份啊。反正我告诉他我身份了，万一我死了，那就是隔壁小孩的问题，啊，我没什么信息了，别人没看过，过了。啊，那我可能还是得投有炮。你反正你也解仇了对吧？你不是要报仇吗？你也解了，但是你连一句带刀好人都没提，我肯定不可能就说不投你了。我投有炮过了。我只知道西门吹鸦如果死了的话，绝对是有炮或者是谁杀的，不需要理由。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现在这一回合啊，或不知道或者接下来几个回合杀这个西门吹鸦，这个不要理由的。背景图跟我一样抖到他的话，所以那你要这么说，有炮还真不一定。我操，我跟培培和谁呀、啊？鸭王三个人在一起啊，互保啊。那我也嗯。反正一死一买单嘛，或者是跳过，嗯，看鸭王吧，鸭王要投有炮就我就跟着投，要跳过我就跳啊，过。鸭王没有太多信息啊，鸭王就和好人培培和胡庄呆钩三个人一块互保，但是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总不能跳过吧，总得有人为这个尸体买单。那既然这样，那我就挂有炮一票了。完了，正义使者要被除了，哎。哎，要输呀！杀了一个刺客，被投了呀，真惨啊！你下次看到我最好跑快一点。你已经报仇了，我刺客都被你爆掉了。你是什么身份？啊，你真的是刺客啊！刺客你就没摁，你还真是乱刺呀！哎呀，天哪！不是我这，你别怕。你知道吗？我其实是怀疑他是坏人的身份的，就是那个。那你不好好聊？每次拿坏人，你就挺明显的。史戴芬，你每次我刚刚说话，就一出生的时候特别想拉人。不是，我听到你说工程师了，然后那个啥嘛，就是我感觉你有点犹豫。但是我这把感觉像是，我是看你就先跑，骗的。我觉得你会刀我。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旁边那个，然后我总是拿警长开不出刀，刚才就特别想开一刀，结果刀错了。想给他们开个刀。啊，你是刀错了，所以你死了，是这么个事儿啊？对啊，对啊。警长刀了工程，顶哥上马的，哎呦，啊，鸽子吧，鸽子，啊，你是鸽子。看一下我对刀的吹压，看一下，看一眼。牛啊，有炮，给你贴起来。有炮，对，我觉得好人果断吹压。鸽子我好像也没赢过。果断出刀没问题。机操物六，呆呆鸟也没赢过。机操物六。牛肉干，你是啥啊？刚才好人都被加拿大呀，好人都被单走了。我投了你一票，我天，天哪，疯狂踢。这把不能是好人了，你这把不能是好人了。谁呀、啊？谁不能是好人？你、啊、连着抓你。啥？我不能是好人？啥意思啊？玉展影。啥意思？怎么说？直接把玉展影拿下。啊，你能拿下他吗？我没意见。我能，走，直接把玉展影拿下。可以。玉展影在哪？你是不是好人？怎么说？我是好人啊！哦，别怕，玉宅影在哪？提供一下线索。西门吹鸦在那儿啊！哇！面刀！我要报警都没来得及。这鹈鹕也不报警，就像我不知道他不像好人、啊。好、啊。那我踩到，我操！专业杀手玉展影还死了，那培培是狼呀！我靠，培培，我先说一下，我在书房附近看到培培，然后呢，培培惊叫着要跑，然后呢，我就跟着培培一起走，然后呢，我踩到尸体了，专业杀手培培，对吧？不用盘了，然后牛肉干是警长呀，
哎呀，好惨！他妈的，这怎么死五个呀？双刀，史戴芬，牛肉干说要杀玉簪影，估计其中是不是谁是个警长，然后把玉簪影给拴死了，然后玉簪影应该是好，然后呢，史戴芬其中有个警长，我操，会不会有猎人呢、啊？哎呦，我操，好多人，这啥意思啊？蒂夫是不是还吃了一个？不管怎么样，先可以先投培培，培培应该是专业杀手，好吧？把培培给投掉。然后我是，哎，我操，我不能说我的身份，哎，说我不知道刺凯在不在，那我不说了，反正先投培培归培培啊，过。我们还能归出去吗？炮姐是恋人死的，我一出生是跟那个培培在一起，我感谢了一下他，然后炮姐就从那个右边直接冲过来，我吓死了，我直接开始跑，然后突然从我背后爆开了，他突然就爆开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炮姐是恋人死的。然后我回去找培培，然后培培一直往下跑，往下跑，然后他开始跑掉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影哥他们在一起，然后那个 Stephen 先死的 ，Stephen 先死，你知道吧？我才感觉我今天就说了一轮的，我发了一轮的言，我都没机会发言，每局都是第一轮。培培是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了，但我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没敢跑过去。我过了，我这边信息只有这么多。那个有炮是那个恋人死的，他跟牛肉干是恋人是吗？还是跟鸭王是恋人？我只看到了 Stephen 被爆掉，过了。是这样的，我出生以后我找到这个实验室，走到实验室呢遇到了这个刘一刀和江湖川鸭王，然后这个刘一刀和江湖川鸭王俩人在那就是拉扯说，哎呀，你能不能交心，能不能交，能不能交，我说你俩去交吧，你俩去交，反正我让开点，我就往上走了点，就走在这个实验室那个和过道卡门的地方，刘一刀和江湖川鸭王交心交了差不多能有个七八秒吧，刘一刀往上走了，转手右拐的，然后这边就报警了，江户川鸭王没了。我想问问刘一刀，这波是怎么交的心？不会是把鸭王的鸭肠都给掏出来了吧？我正好卡着视角看着你自己一个人独身行动，出门往右拐了啊！张一手加大哥，我过了。哦，很简单，所以我当时以为你是狼，因为江湖山鸭王，我跟他聊完我就走了，因为我是单走牌，我跟他报过了，我直接把我身份交了，我是加拿大鹅，然后我就直接走了，我走了之后、啊、他就不见了，他死了之后我就想，那不是要被拘了？你还是踩我了，但是我是一直跟在胡庄代购后面的，他是跑到那个书房，我跟着他屁股后面一路到书房，然后我听到了几声尖叫声，然后就报警了，他这个发言我觉得是康诺的时期。其实是可以先投好人陪陪的，因为如果刺客在，我报了身份，剩两个狼人投不出去的，所以只能赌场上只剩一个专杀，剩个专杀就只能是陪陪，所以我们只能先投陪陪。小孩的身份我不太，小孩的，哎呀，点错了，啊，完蛋，等会儿，完蛋，过了，猫猫云怎么胡说八道的？我在那儿，我从书房下面那块，咕咕念之的，我们俩一起往下跑，在那个房间，我说啊有尸体，然后我们一起看到地上有鸡腿，然后结果你自动报警了，我就成专业杀手了。不是，你回忆一下，专业杀手是需要是他尸体看不到，但是他得当着面杀了人才能尸体看不到呀。我这还不在你面前一动不动，然后还能杀了人的。我们俩是一起跑到书房看到尸体的，就但是他踩到的尸体是自动报的，不是放地上还有别的尸体。怎么我就成专业杀手了？我是鸽子，不用先投我吧。我可以，你们总得有狼吧？现场，我可以帮狼跳过，不行。我可以帮狼跳过，行不行？但你们先投我，你们也不好赢啊。他咋不投票啊？哦，没出，跳过了，那完了，哎。我是鸽子，谁是狼啊？开屁！谁是狼？要准备哦、哎，干掉了，可以啊，正义。刀比我快啊！刀比我快，哎，还没结束吗？那就看这个鹈鹕，哎呦，鹈鹕了呀！那赢不了了吧？鹈鹕要赢。大哥呢？
我想把刘大哥放肚子里面。刘大哥应该在那边，实验室那边。刘大哥，有尸体。刘大哥，你江湖川鸭王的尸体。大哥，哦，我是中烈，对不起。刘大哥，那我也不希望提虎影。出来。刘大哥藏这儿了，藏这儿有啥用啊？谢谢，再吃一碗。那我啥都没敢躺赢了。西门吹呀，你真好讨厌了！你还啥都没干啊？你都把我给吃成啥样了？你还啥都没干？炮姐啊！猎人跟我交什么身份啊？还一起买单啊？我叫他大白鹅。哎呀！我突然暴毙了呀！下一把直接开始。带干什么？干什么？啥？我先教，我先教，带我先教，我们俩隔个身位，我鸽子可以帮你赢，你是什么？你鸽子？那我要把你刀了，我要把你刀了。那你不行，我帮你，待哥，我错了，我是好鸽子。哼，我找找别人。他怎么还跟着我呀？啥意思啊？你鸽子，你不应该跟？你来吧。玉宅影在哪儿？玉宅影在哪儿？我们在。快！抱团！贴住那个。哦，这个桶里有个人。什么玩意儿？西门春鸦在这个桶里。牛肉干。你看你待会被一枪打死就完了，西门春鸦。你们别这样，讨厌！我是和平哥警犬，不是警哥，好兄弟们，能不能饶我一面？玉宅影在哪儿？我抛砖引玉。出来帮我找玉宅影，立马出来。行，出来了。找玉宅影是吧？我带头找，好吧，我替你们。我们江湖追杀令，玉宅影。行，没问题。你们给我指方向，我走。我也看不见呀。我们要不要先等一会儿？走，出发。好，找玉宅影。跟着你们，哎，不是，你哥不见，你哥不见了。不行，我感觉西门吹。西门吹鸦要贴完了，他一直在桶里呢吧？得报个警啊！没事，那行吧，不报。哎，这谁啊？鸽子。不行，我不能忍，我不信隔壁小孩你是什么带刀好人，因为我是带刀好人。所以我不管你是啥，投隔壁小孩，我就听隔壁小孩全场在那儿。大肆叫嚣要杀这个杀那个，我是带刀好人，我就碰巧你也是啊，我不信。我投隔壁小孩，我看到他杀了那个谁西门吹鸦，然后他说鸽子快贴影了，但我觉得你是狼过。那这游戏不确实就是有俩带刀好人吗？前面隔壁小孩，也不知道前面因为还有牛肉干，我们仨在一块儿，所以如果他是狼，可能也不好刀呗。但是。你就根据他说自己是这个啥，他说自己是带刀好人，你就投他，我觉得也有问题吧。就是隔壁小孩再聊一聊啊，但培培这个行为应该自己应该是个好的，所以隔壁小孩你聊聊呗，过。鸭王发言，鸭王先表水，鸭王在灯黑了之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我。就一点点摸上去把这个灯给修好了，
但是培培刚刚说隔壁小孩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问他你是带的好人你几个字，像有炮那样来问我的话，那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就直接说带的好人就直接踩他一脚，感觉有点不特别的合理，然后没有其他信息了。过哦，没有找到玉宅影啊，整个地图合理猜测玉宅影是藏在某个柜子里吧。如果西门吹鸦是鸽子的话，那玉宅影应该只能是工程师吧。隔壁小孩是狼吗？我觉得还行吧，因为他刀那个刘刀西门吹鸦的理由是觉得西门吹鸦快贴完了，他是有目的的去刀的，而不是乱刀的。我觉得隔壁小孩还行啊，反正玉宅影应该是个工程师吧。这个刺客看着办啊。然后我确实是好人，我们一直在找你玉宅影，没事，找不到你咱们开会的时候让刺客给你一个大枪子儿，我过了。天哪，你们这个好恐怖啊，追杀影哥，然后还要悬赏三个血瓶搞影哥，真为影哥捏把汗。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实验室的时候看到刘一刀和好人培培有对过身份，别的信息没有，好吧，过了。哎呦，这个好人培培啊，就属于是心里面都藏不住事儿。是这样的，我出生以后呢，遇到牛肉干，牛肉干说谁有刀，悬赏三个血瓶买玉转眼命。我说我有刀，我可以去这个帮你执行。就这么的，我和牛肉干就开始找这个玉转眼。找这个过程中呢，遇到这个史黛芬，史黛芬说要一起看热闹，咱们仨就一起去找玉转眼。找呢，就是在这个左下角，这个储物间的时候呢，听见了鬼叫。原来西门吹鸦在这个桶里待着，他说他是个鸽子，然后牛肉干说那你是个鸽子，来吧，你帮我们一起找玉转眼吧。就这么的，咱们四个就一起开始找玉转眼。但是我们四个在一起找玉转眼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我怕西门吹鸦走在最前面，他已经全贴完了，最后找到玉转眼，他贴一下玉转眼他就赢了。那你说我身为带刀好人，我能允许这种情况吗？这个时候我才去结束了西门吹鸦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西门吹鸦死了。好人培培，我不能说你好不了一点，但我就说你不太会玩，别把我会弃掉。我反正啊，我确实是一个工程师啊、我全程都在这个柜子里边，我猜刺客也死了，所以我就报我真实身份了，我确实是一个工程师。那西门吹鸦应该呢确实是一个鸽子，我只能保一手好人培培，因为我在柜子里边呢，我知道刘一刀跟好人培培交身份了，好人培培具体是什么身份我知道，所以呢好人培培一定是一个好人，所以好人培培说投谁我就投谁。至于你们那帮追杀我的人呢，我觉得都可以投，你比如说牛肉干，比如说隔壁小孩儿，这种这个能拿着刀追我的这种人，幸亏我这把是个工程师，在柜子里躲着，要不然我不是早就死了吗？我跟好人陪陪头，我过了，人也不太好。不过刺客是真没了，史黛芬干什么？你不是好人，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那个小虫在上面刚跟我说他是正义，从上面。哎，玉宅影咋又跑了？他刚才要跟我干什么他就跑了。玉宅影不像工程师。谁说这里是正义啊？不知道，刘小虫是正义那就不太像了。其他人吗？正义应该不会砍鸽子，那他估计是狼。那玉宅影是啥？玉宅影怎么又跑啊？玉宅影不是工程吗？躲柜子里呢，或者鸽子呗。他俩人呢？他不是鸽子啊，那个谁是鸽子啊？那个西门肯定是鸽子。行，那谁是狼呢？没有人去找。哎哎，我吓死！干什么？怎么说？隔壁小孩？怎么说？怎么这么吓人啊？怎么说？干什么？你，哎，如此信任他。
那完了。说一说吧，鸭王。玉宅也是工程师啊，真工程师。哎，完了。哎。那就是鹈鹕跟刺客之间的。我是走着走着就踩到尸体的。没办法。我是在哪？我是在书房走廊的。培培是正义。这个位置，书房走廊这个位置踩到这个尸体。但我是跟着大部队一块走的，那就是有专杀在前头开了一刀。在前头的那就是有炮。这是啥？和玉宅影，玉宅影的身份肯定是 OK 的呀。这是有炮啊。隔壁小孩也有可能。有炮说的。你怎么还在装啊，江湖川鸭王？你跟隔壁小孩双狼，当我不知道。他说他正义，他当着我的面刀了史黛芬。然后你还搁这说专杀不专杀，还要踩我，我走在最前面，他们都走在我后面，好吧？隔壁小孩走在我那个我的后面，还有一个是白鸡腿史黛芬走在他后面，他直接给他刀了。你俩就直接说需不需要我这一票？如果不那个呢，我跟影哥就投一个，对吧？好吧，过了。江湖川鸭王，你开枪把酒炮狙了，他是个鹈鹕。因为现在剩四个人了，玉真也是啥你也应该知道了，游戏还没结束呢，有炮就得是个鹈鹕，你给他狙了吧。就是搞快点，怎么还在装啊？都这个还在装，这啥好装的？哎呀，我都没发言，我知道陪陪是正义，还在跟人，那你有炮，你是真想单干啊？这种情况还得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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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直接过。哎呀，算了，我没有票。我后来才发现，我只能跳过。哎呀，佩佩，你走，你走，我被鹈鹕给吃了。这局没法玩了呀！我说我这局，我好人，好人坏人都留一刀是什么手段？下把不杀你了，影哥，准备不杀你了。为啥要杀我？我也不知道啊，主要不杀你。把这个刀给我开出去。怎么说？怎么说？和平哥，我跟牛肉干里边有人吧？我跟牛肉干说话。KB 也来 ，KB 敢不敢交身份？和平。KB 有像鸽子啊？在下面，在下面。我家我不能听吗？敢不敢来 ？KB 你敢不敢来？一来什么？来什么？你们别刀！一换一，我没刀啊！你别一 v 一，真心换真心，不是一 v 一。我没刀，我操！别给你刀，那好，我跟那个 Stephen 一起走，别那个刀我，好吧 ？Stephen 走，去哪？来这边。你是啥？你是啥？一起说。你先说你带，哎，你先说你带带不带刀？他在这儿，你过来。你先说，我不过去，我操，妈的！你为啥不过？哎，看到俩。等一下，我想一想啊，应该是，哎 ，KB， 哎 ，KB 在吗？我们俩往右走的时候，那个。玉宅影是不是从我想想，是不是从那个锅炉房上来，就是我们俩从实验室的上面往右走的时候，玉宅影是不是从锅炉房上来的，然后我看到了两个尸体，刘一刀，那就是刘一刀和谁我不知道，刚才牛肉干在这附近，然后这俩尸体在一块，所以应该是双狼双刀的，那这玉宅影肯定是其中一个狼，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当时附近还有这个KB 应该不是，当时附近还有培培，好像还有谁，我想不起来了，你帮我回忆一下，好吧？那两个尸体离得不远，然后灯也灭了，玉宅影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从那个方向出来的，他不可能没看到尸体。好，我过。刘大哥不像一个心慈手软的人，他是张鹈鹕牌的话，开局就要把我吃掉。这刘大哥是一张好人或者其他鸽子走的，
然后牛肉干跟刘一刀是恋人牌，被我一刀死了两个，所以他们俩是恋人。鸭王贴我这么近没把我吃掉，应该也不是鹈鹕，所以我应该还能活下来。我点弃票，啊，如果没了，然后胡尔摩呆先看到尸体，没有立马报警，可能显示中立。没了，我过了，我觉得弃票应该能活下来。我刀的没过，是我。那就直接归西门吹鸭，我跟培培压上了一个月工资的，好吧，我俩挺好。那这把就先把西门吹鸭出了吧，过过过。到我发言了是吧？我是看见史黛芬和胡装代购，从那个上面走下来，然后呢，然后后来那个我让他们来跟我报身份，然后呢，那个胡装代购留下了，然后史黛芬自己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我跟那个胡装代购看见了一个蓝色的鸡腿儿，然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报警呢，然后这边史黛芬这边就报警了，所以史黛芬自己编了一套故事。我觉得史黛芬应该是个狼，但是他狼队友是谁我不知道。胡装代购跟我单走了一段时间没弄我，胡装代购应该是个好人，我就能知道这么多。然后这把史黛芬这么踩我，就直接出史黛芬就完事了，好吧，我好人过了。那就是玉宅影跟西门吹鸭双狼。影哥你是自动屏蔽了西门吹鸭的发言吗？西门吹鸭不都认狼了吗？我跟有炮是全程在一起的，前半程没有，前半程是我跟牛肉干还有猫猫云三个人在那儿，好像是你吗？我忘了。然后说着说着，有炮就来了，我就跟他互相真心换真心了，我们俩绝对是好人。那这样的话就是西门吹鸭跟影哥呗，投西门吹鸭过。嗯，我没懂，我感觉西门吹鸭是狼，他说的话就不像好人，但是我没看到尸体啊，关灯了之后。所以要归的话又先归那个西门吹鸭，好吧，我投西门吹鸭，好，好人跟我一起投西门吹鸭，这人绝对不行，过。可以，我一会儿去找玉宅影刀了他。啊，还是有中立啊，谁在装呀？怎么这么多次票啊？哎，差点刀错，差点刀，你不是个好人啊！哎，玉宅影是狼啊，玉宅影肯定是狼。你不会吃到加拿大的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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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工资我怎么可能骗你啊，我刚不是我刚上厕所我把麦闭了，然后我还在跟史黛芬说话呢，我才发现我刚才原来没跟他对话上，他把影哥刀了，当着我的面。尸体在哪个位置啊？就是在雾洞左边的树的那根巷道上，好吧，就这点信息。我跟你压了一个月工资的，没听清。你可以不信我的人，但是你要信这笔钱。过了，刀了一个狼，好人应该有三票。Sorry， 忘关麦了。我想想，我信不信他？我其实信他的。我信不信呢？那投西门吹鸭总行吧？西门吹鸭是热狼的。影哥应该，影哥是不是被带刀好人杀死的呀？我觉得影哥也是个狼吧。有没有带刀好人认这一刀啊？反正不管有炮是啥，这把能投就把西门吹鸭继续投，投不了那就投不了，过。我投西门吹鸭，我同意西门吹鸭死过啊！我已经投出去了，我怕被狙。那个玉宅影是我砍的，有炮应该是好人，哦，因为他没砍我。玉宅影是你们还有一个鹈鹕，你们死了。哎，我讲话能听到吗？有鹈鹕就去现在可以拉铃呗，现在可以有。完了，那我没刀了呀。哎，这戴芬，你当身份啊？我看着你面刀影哥，我他正义使者吧？
对啊，我这那个，我刚，那你们俩不是鹈鹕、哎、发言，你俩没有鹈鹕，不是，不是。哎呀，这个有炮真的是我啊，我没交身份呀，我没交身份，交了我没交，我，哎，你说我刚说我是什么？我刚说我是什么？刚说我是什么？不是，但你给我交了。哎，那咋说？拉没用，我过不去，他会把有炮吃了，不一样的。现在肯定是拉不了。哎，哎，有炮呢，我还没跟他理论完呢。哎，继续啊，啊，聊聊聊聊聊聊，怎么？哦、我没说我身份啊。不是有炮，你为啥那么相信他呀？他都说了是有一个鹈鹕，你看着我刀了他，我不是鹈鹕，你为什么还信培培啊？不是，我没崩这一枪。西门跟影哥是不是狼？你不应该被刀死的，影哥，你躲起来等兄弟，我们刀一刀就赢了。这是要出门呀？我不知道谁是正义使者。我前面去上了个厕所，然后我卖卡。对啊，我在发言的时候，我还是在说，培培，你可以不信我的人，但是你得信这笔钱。我一看他们俩在一块儿，然后我就想着 KB 是那个鹈鹕，我就放松警惕了。史黛芬，然后我说他骗我，他还来，真的我受不了。我和谁没准备？有准备，准备逃走。哎哎，你们两个啥情况？玫瑰花配送，绿茶。谁动的刀？啥情况？哦，对，不是，我刚刚看的不是刘若干在旁边把他给刀了吗？然后就把刘若干给刀了，结果刘若干是加拿大，是的，他怎么在加拿大还带刀啊？我也看的是刘若干刀的啊。我明明看到刘若干面刀的那个谁，有炮还是，对吧？就直接一刀炫了，然后我就直接一刀给他炫了。那可能这把是有隐形狼，那我看错了，我刀到了加拿大，反正我也可能要死了，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可能要死了，反正不能投我，我只能被狙，好吧，过了。猫猫云，你看清了吗？我觉得他挺像的，我刚有点没看清。反正留一刀杀到加拿大，然后他是再刀好人的话，就只能是那个嘛，那就他就放着被狙呗，如果这一轮没被狙，下轮再投呗。这轮我觉得可以投别人，我的身份你们有些人知道的，我也证明了啊。那他被狙了，那你分析一下吧，我没别的信息了，全程跟你在一块儿过了。培培应该是鸽子，你要是带刀好人或狼，下出来的可以刀他，没毛病啊。你怎么回事？杀心太重了你。啊，你没有吵，那你是不是鸽子？你说你是不是鸽子吧？真的是，对吧？待会儿带到好人和那个狼可以见面给他刀了，反正这个中立可有可无，是吧？刀个人多爽多痛快，别的我看不懂了。留一刀应该是正义使者吧？然后，那这么说的话，正义使者应该是刀对了狼吧？没错，应该是。那你反正就剩一头狼，然后应该还剩一个警长。然后剩一个鹈鹕，福尔摩呆在说啥呀？那我觉得可以跳过拼刀了，好吧？反正我他妈的弱小的一逼，我过了，我觉得可以跳，感觉好人也投不了了，投归不了谁了，过了。不是这个福尔摩呆说的啥呀？人家不是正义使者刀了加拿大吗？你怎么还说他刀了一个狼呢？对哦，你在操，这哦对哦，你在啥呀？哦对哦，你什么发言？你别说话了，哦、闭麦。
不是我确实没看清，就刚才这堆人集中在实验室的左边，然后我有一堆人，但我好像确实只看到了刘一刀和牛肉干，然后我就在这个实验室的里面一点嘛，我那个视角看不清下面的人，然后突然在我眼就是我的视野里面能看到左边下面有一个尸体炸开了，然后我扭头就想往右边跑，这个时候我感觉好像也就我那个视角感觉也是牛肉干砍的，但是这个证明他是加拿大鹅，所以我也不知道发生啥，有没有其他在场的人能帮我解释一下。过了鸭王发言，如果是看到牛肉干作为加拿大鹅他叨了叨的话，那可能是他刚刚旁边站了一个隐身狼，如果我们刚那么多人的话站在一起，应该不可能有双狼胆子这么大，那就是猎人被猎死了一个，然后牛肉干作为加拿大鹅吃了刘一刀的这刀，然后那就是看刚刚在我们人当中哪些人是不在我们附近的。我有看到过好人陪陪，然后史黛芬也在，然后另外的几个人我忘记了，就要看看刚刚谁不在我们当中，那个人大概率是那个隐身狼。这边是西门吹啊，怎么说呢，鱼狐也在场，他我们好人票已经输了你知道吗，玉宅影是一个那个走的，反正一个猎人死的，然后一个加拿大死的，一个正义使者死的，场面上两狼一个加拿那个一个那个两狼一个鹈鹕，我们好人怎么样票的不够了，我们只能靠狼去把那个鹈鹕刀掉，或者警长刀掉一个鹈鹕，或者刀掉一个狼，我们才能赢。所以这个位置，其实我只能盘一下谁是鹈鹕牌。在我们这儿一定有一张狼牌和一张鹈鹕牌，外置位有一张狼牌。哦，我过了。我们就找一下那个鹈鹕和狼，然后让警长去刀，保一下警长，替警长死，替警长挡一刀，挡一嘴。我过了。刘大哥，啊？啥意思啊？咋就投票了呢？咋不说话呢？静音了吧？这把还有静音狼啊？还是在演？装的。走开走开走开，刘大哥，找一下刘大哥，找一下刘大哥，找一下走开！小孩，哎，西门吹死了，那就把隔壁小孩投了，行不行？把隔壁小孩投了。哦，过，是，我就听见西门吹喊什么去找隔壁小孩，然后最后我瞥见了隔壁小孩，他在快速奔走，然后我就躲了一下。那就把他投了吧。别人我无所谓 ，KB 你是不是得点个跳过呀 ？KB 啊，KB 你能是那什么吗？你能是好人吗 ？KB， 什么意思？我是啊，我是狼，你们得点跳过吗？啊？你跳过吧。跳过呀 ，KB 你也跳过呀。啥呀 ？KB 鹈鹕。他哥铁臂鹈鹕，来吧，带臂跟哥哥跳过好不好？啊！天哪！天哪！佩佩，你没一点好啊！谁没？我投的他。走开！快快跑啊！你们俩还走一块儿，你们俩还走一块儿。哎呀！谁
哎呀，气死我了！这为什么？哦哦，没拼过，可惜可惜，就没拼过。为啥呀？一直摁啊！真的，他按的好快啊，我也按的不过他。其实你嘴应该比他长的。对呀、啊。哎呦！哎，真有个鸽子。我就是，反正就是，好人如果想赢的话，那就投隔壁小孩；如果你鸽子想让狼赢的话，那就点跳过，对不对？反正就看看着做吧。反正那个培培，我不知那，哎呀，算了，就看着来吧，过啊。看你讨厌谁，你知道吧？对，就是看你讨厌谁。我还没说完，再让我说两句。你他妈不是鹈鹕啊 ？CD 好、啊，什么鹈鹕？不知道为啥。我是鸽子，你说狗肉狗奶。啊，好好，你别对话，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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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我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反正就是看那个培培，你反正很简单，这把就很简单了。你讨厌谁，你就投谁，你或者是你，对吧？你讨厌什么样的投，反正就这样子啊，过啊。哦，西门吹鸭是狼，被我吃了，嘿嘿。你狙吧，啊，狙吧，对你狙吧，反正你也要开这一局。哎呀，鸽子给狙了，刘大哥啊，是刘大哥，怎么说？哎、帅，有点真他妈的帅，气死了！佩佩，你暴露，你暴露我是鸽子了呀！狙他干嘛呀？这种选择题多难做啊！你就让佩佩选，你到底讨厌隔壁小孩还是讨厌是无装代购？哎我不能他选谁？这个人直接解约。我只能装我是工程师，我怎么可能我选？刘大哥太帅了，满满的安全感。就是、我能选啥，兄弟？我肯定投那个隔壁小孩呀、啊。你要装鸽子啊！你要装鸽子。我他装这个轮次，这个轮次，我没料到这人是刺客，我操！怎么又来了？活不过今晚，我已经预感到我的结局了。干嘛？杀我吧！啥？你杀我？啥意思啊？为啥呀？我又没刀，为啥？你要坏人，你坏人你就杀我。不是你为啥求死啊？我要有刀我就真杀你了。我考验一下啥？我考验一下你。哦，我听了个你讨厌我，我的怎么你了？肉干。干嘛你们干嘛我跟史黛芬交身份呢嗯可以一起交呗啊我哎那我俩先交我俩先交有炮你先让开我们俩进去交一下、啊、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哎、啊、干嘛这两个尸体啊这两个尸体哪里有尸体哪里这边啊谁的不知道啊这个是谁啊这个绿色是谁啊哥吗那爆呀有有两具尸体啊那就他们俩可能是好人，好人杀好人吧，估计。哦，牛肉干和影哥是有那个恩怨。这应该是人狼恋了吧？我感觉。是有炮跟刘一刀刚才双杀的吧？怎么可能？你爱怎么可能、啊？我就在旁边。搞笑。那个牛肉干一直喊着去找。我跟史黛芬交个心。对啊，我们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培培先过来，其他人先走开，我跟培培先交，我跟培培先交，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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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说。我大白鹅。先说。大白鹅，大白鹅。啊，那我有点不信、啊。真的？真的吗？真的呀。我要是狼，我不就编一个别的了吗？嗯，好，那你我在那走吧。说影哥在我的右边吧，我还来有炮你过来，我给你交一个有炮你过来，炮你过来，来来来来，刘一刀先走开，刘一刀先走，刘一刀先走，我跟他交一下身份，我跟他。哥在你右边呀、啊，刘一刚，刘一刚在我后面复活说。他们影哥在哪里？我说影哥在右边，在右边，在右边，在右边那个军工。哦，那就是警长。好好好，那个了。你是狼吗？你是狼吗？我好人。我鹅。哦，那我们都是好人啊。OK OK OK， 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我是鹅。咱们不是要聊？那怎么办？那报一手吧，这谁干的？关键是谁在外面、啊？我觉得。那报一手，报一手。培培和哎呀。隔壁小孩和那个谁在外面。
我还以为他是我还以为他是狼，说一下在这个书房，然后原生态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牛肉干附活在我的背后，然后他当时问，一开始我是跟有炮附活在一起，然后有炮跟影哥走了，然后牛肉干在我背后问影哥在哪里，我就给他指了一条明路，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我就跟随他们屁股后面一起过去，过去之后就发现那有两具尸体，然后有炮是一起走，但有炮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屋洞的右下角在对身份，书房的尸体就在那，所以外之辈我到现在一直没见过的就只有小孩一个。啊，外之辈死完了，只有小孩一个人活着，你聊一聊吧。这是刘大哥陈底聊一聊，好吧，我过了。对，就是816。哦，我全程跟史代芬在一起，我身份只告诉过史代芬。大头小然后就我们俩正在那聊着呢，我们俩在书房里正在聊，然后过了一会儿有炮跟刘一刀过来了，然后我们四个在书房之后，我跟史代芬说我们去外面聊，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就往雾洞那边走。然后过了一会儿有炮跟过来了，过了一会儿刘一刀过来说那边有两个尸体，然后我们回到书房看到地上有两个尸体。所以哎，我不知道，听史代芬说吧，我不知道我们出去那会儿他有没有可能是刘一刀，但刘一刀如果杀了人一直在那儿站着也好像又有点不像。过吧，我觉得隔壁小孩可以出。这样我能保证的就是培培跟有炮还有我们三个都没有动手，如果你们俩相信我的话，因为我跟你们俩分别对了身份，我觉得我都能认下。然后这个刘一刀反正就像培培说的，就是他如果杀了，因为肯定哦，有可能是死了一对恋人，对不对？就反正杀了人他没有必要站在那儿。那其实鸭王我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出现了，那个刘一刀一直还在追着我们去，就是在聊信息，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狼，就是一直我说我跟谁单独对一下身份，然后他还过来说我再说一句话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个状态不像是狼，所以那如果外之位没见着就是隔壁小孩，感觉我觉得比较像隔壁小孩过。鸭王发言，鸭王是在实验室上方的做任务，就从上面往下走，一直走到书房这边，看到两具尸体，然后就听到有人说要聊一聊，聊一聊，我就在那一直在那里等大家聊一聊，但也没人跟我聊，然后可能是在排队吧，那肯定是先盘一下外之位吧，那就是听一下隔壁小孩怎么解释。行，那个我的身份是跟史莱芬交了的。然后我回忆了一下，起先是好人培培和史代芬对身份，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卡尔西，他们看到我也看到他们，所以证明我是没有出这个刀。然后刘一刀从我后面过来了以后，他说有两个鸡腿，所以我认他应该也不是出刀的，因为我视角里面牛肉干和影哥是有诉那个恩怨局嘛，应该是警长刀了，然后自己死了，刀到好人自己死了。然后我回忆了一下，鸭王是后面到我们这个就是四人团队来的，然后鸭王没怎么说话。我怀疑他是不是鹈鹕吃到人了，然后那个人在他肚子里面放电音，你这个笨蛋鹈鹕这种，然后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所以他刚才说的什么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也有就挺牵强的，因为我们当时说先别报，可能在分析是不是好人带到，而且当时我也说的是就隔壁小孩狼，就我推测的话他这些信息都没有去对也没说过，所以我觉得他有点问题。然后隔壁小孩就是一个纯外之位牌，他说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先把他归了，就隔壁小孩肯定是个坏人，好吧，过了。我是一个纯外之位的，那我现在因为在扛推背上，我也不怕这个被刺客局，我就直接交身份了。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全程在实验室左下角的盔甲里面站着，我合计就想去目睹别人杀人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想到你们这一局完全不来实验室左下角的盔甲，我在这个地方连人都没看见过，我都惊了，你们都去哪儿了呀？咱说下回搞点什么事儿时候能不能来实验室左下角的盔甲这边？这个好人培培和有炮和史代芬三人是抱团的，刘一刀是报警的，那是不是外之辈这个江湖穿鸭王他必是一只狼呢？姐妹们，咱们二话不说，拿起自己手中投票的小手，给这个江湖穿鸭王上一票，送他出道。也行吧，我觉得。我先投为敬。投鸭王也行。隔壁小孩一票都没有，
那肯定的，我提也好，我提也好。因为我觉得他当时好像是没怎么说话，你们没发现？我得小心点儿，藏好。哎哎哎！快快快，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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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一会儿就我们也赢不了啊。这就出没有好人带刀了，好像。培培是加拿大，培培是加拿大，然后那个有留一刀，感觉也不像是坏人，是吧？那不可能呀。那隔壁小孩儿，那我也不知道啊。那隔壁小孩跟留一刀里面肯定有一个坏的。那就隔壁小孩。等会儿有人来了，我就直接按传送门了，咱们就看手速了。这个咋按？我都没玩过这个。按 E。哦，就可以直接走。直接把手指，对对对，按在 E 上，只要那个拐角有人来。培培没了，加拿大啊。很简单。这样，别那，你选择，只剩我一个狼了。应该不是工程师，你那个行为一定是鸽子。反正你是个中立，我是刺客，我还有狙。你看怎么办？你是弃票还是怎么说？弃票你去试试贴一贴还是怎么讲？啊，两个坏人。对，我跟你谈判一下，怎么有你加拿大？哎呀，机会来了呀！大概率应该是个鸽子。我们俩就谈判一下，不能猜到我们是恋人吗？反正你把我投死就结束了，你去贴他们两个人还能试试贴，还有机会赢，对吧？要不我们投死一个，你贴两个人，你看看你刀快还是我刀快还是你贴的快，可以吧？你要不那个就，你看着投，反正我还有一狙，我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身份。咱能当个和平哥不？隔壁小孩。兄弟，我直接帮你了，兄弟，你不是刺客吗？就给这个史戴芬狙了，正义使者。我刚才在亏里听见他的这个身份了，你去他吧。是人吗你？哎呀！你去他吧。你别骗我！我操，兄弟，我听到了，非常稳。这也太搞了，这也。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隔壁小孩。Thank you, thank you. 啥意思？这也能，这啥意思？这也能信啊？这样投你。有成人终成眷属。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不是，谢谢大哥，谢谢刘大哥。俩笨笨居然还赢了，终于很圆满，什么意思啊？圆满了，圆满了。你到底是不是刚才？你放音乐没有？怎么说？玩到了什么时候？最后一把吧，要不？Dota，我是说 Dota。最后一把吧。完了，来，摄像头坏了，我上来就被吃了，玩不了了。准备史奈芬。哎。我摄像头坏了啊！居然好，可以，你俩要调一下吗？没事，先开吧，先开吧，好吧，这局先别看摄像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说？有没有说法这把？怎么说？来。怎么说？我贴好。好，你别刀我，你别刀我。我不是啊，我不是。哎，下面有刘，哎，我也看到了。怎么说？别动手，还有人呢。我知道，这全是人，他们下面也要动手。哦，我是好人。OK， 不是，大家都是好人。有人！哎呀，我真的服了你了，你是逮着一个人吃。是什么呀？跟哥哥说一说。哎呀，我警长。什么身份？跟哥哥说一说。警长。什么身份？砍了他！什么车呀？牛肉干呢？快去砍他！这么横吗？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你，你能不能跟他聊一聊？哎，你俩聊一聊，做个朋友，交个朋友吧。来吧，都说话，交朋友。开心点，放音乐，都挺好放音乐的嘛。还是说你们俩人不够，我再给你们凑个斗地主，再给你们找一手。实在不行给你们整桌麻将也行。你的良心告诉我，拜拜。
喂。哦。哎呦，不是吧？哎，好了，哎呦，我鸽子赢了，再来吧，再来吧，再来吧。牛肉干，牛肉干绝对坏人，我跟你说，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刚才的走位，我靠，一看就是坏逼。能不能有点东西啊，霍尔摩呆？可以。这么快？修摄像头呢？刚才，气死了！刺客被吃了。下，再来吧，再来吧，什么玩意儿？怎么能让？这啥情况呀？你好人坏人，好人坏人，哎、我亲爱的，好吧，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跟宇哥，我也是，好，哥们，那我俩一块走了，可以，就这个普普通通大白鹅，可以，走左去那个左边那个坑那儿安全一点 ，OK， 这是过得去吗？这是不过不去。你要干嘛？哎呀，哎，我们俩啥意思啊？身份呢？干嘛？别来！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他有很大的问题。走开！有问题。走这边，走这边，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啊！啊！那个我跟江户川鸭王一起走，然后走着走着走到了这个实验室的下边，然后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吹鸭，还有一个好像是，我看啥颜色的，应该是牛肉干吧，看那个颜色。死了这么多人的话，反正我们俩中间碰到了御宅隐，我们觉得御宅隐不大好。感觉就是想要冲人下手，然后一看可能我们两个人，所以没动手。别的不知道，过了。鸭王发言啊，鸭王是出生的时候就碰到了史黛芬，所以我们两个交了身份，就一直走了。随后我们在储物间的这个位置遇到了御宅隐，那尸体是在实验室下方发现了两具尸体，然后我们是在储物间发现的御宅隐，它有可能有这个狼面，但是不大。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四个尸体？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出生的时候两匹狼就已经碰头了，那两匹狼已经碰头了，杀了这么多人情况下，他们就不会单独行动，那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另外两个人一直在一块的。那我想听一下有炮、隔壁小孩和刘一刀主要来说一下。我觉得我这一把很难说把自己摘清楚，因为我中途有去有水开了，我去关了一下电源，然后离开了大概有十秒钟左右，然后回来的话我周围都没有人，然后我就去进了锅炉房，在实验室这边做任务，然后那个谁来了，刘一刀来了，刘一刀在我边上还问我你在干嘛，那时候我没开麦，然后我在说他说你在这做任务呢，我说后来就报警了。但是刘一刀的方向我是听到，他是从锅炉，就是我在实验室里，他是从我右手边过来的。如果你这个鸡腿是在实验室的下方的走廊里面的话，那应该就不是他了。但是我很难说清楚，那这个鸡腿真的不是我的，我都没去过那个地方，我是从雾洞那边上面过来的，所以，哎呀，不知道刀谁了呀。反正你们想出可以出我吧，但是我是真的，我是好人，我没有刀，过了。还是得出狼人。我讲两句啊。首先，这个西门吹鸭和牛肉干是应该是牛肉干应激了，然后这个给西门吹鸭砍了。我不能说我具体身份，我有可能是个工程师，有可能是个鸽子，但我一直站在这个实验室左下角的盔甲里。然后这个西门吹鸭站着始终不动，我比他先来一步啊。我西门吹鸭始终站着不动，牛肉干问你什么身份啊？西门吹鸭不说话，牛肉干说你不说话，西门吹鸭说我单走牌。然后牛肉干就往下走了那么五步，走了往下五步以后，西门吹鸭就来了一个步步紧逼，他步步紧逼以后，牛肉干应急了。而都死了，这是他俩死的原因，所以说他俩是没有这个狼人刀的。外这位好人培培和猫猫云我没见过，但是我身为一个工程师二鸽子，我得把这个事实真相跟你们说，别这个冤枉一个好人。
别的我不到了，我过了。哦，那简单，那这把我就当个和平哥，那你就把他拘了。他上网骗我，那我就要暴露他的身份。他是工程，啊、我是鸽子、啊，我一个人还没贴呢，我就贴了一下有炮，好吧？我一直躲在，我这叫和平哥吗？躲那个实验室旁边的盔甲，我从那跑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躲在锅炉房那个柜子里，然后结果锅炉房柜子也没有人来，一直没人来，然后我就往左边走下去看看有什么情况，结果就看到了有炮，那边这边能开刀的就只有一个亚王。毕竟你当时是在开局的时候就第一个进屋洞的，反正我是可能会投你哦。然后小孩是工程师，我是鸽子，好吧，我就过了。他说他投我也要出卖他一次。你说句实话，就你这个，我觉得都有点骗不了刺客。你这个明明你这后边心路历程太真了，你大概率是个工程。我反正我要是刺客，我就给你崩了直接。我这么跟你们说啊，这个江户川鸭王和这史丹芬这俩人好不了一点儿。我上来以后，我就看见他俩出现在一个那个角落那边，俩人密谋那就是御宅隐，然后我就开始喊，他们俩有可能是双狼，然后他俩就过来追我来了，我就跑。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过去偷听，然后呢，他俩跑太快了，我就没追上。然后这个史黛芬就报警了，所以说从这个死了两个人的情况下，这史黛芬跟江户川鸭王应该他们两个是双狼，应该是刀了这个猫猫云和好人陪陪。这把我投史黛芬，好吧。我过了。哎呀，可以可以，两票，这就是还有一个狼，还有个狼是谁呢？有炮吗？活着苟住，希望这个鸭王也能苟住，这些爱炸毛的小孩，这些异影儿，今天情人节专场，这些齐克之，谢谢脆皮汤多多，我就在这待着了啊，我就在这待着了，有人过来我就溜。哎呀，我也想他过来。哎，好的，他发现的。江户川鸭王发言，那就然后先说尸体，尸体是在盔甲旁边发现的，有一刀被杀了，那就有可能是谁在那里演了一下。隔壁小孩和刘一刀，还有友炮在这一回合我是见到过的。隔壁小孩和刘一刀是一直都在这个盔甲旁边，两个人说说笑笑，甜甜蜜蜜。友炮呢，是一张单走的牌，我怀疑他可能会是一个鹈鹕之类的一个东西，反正他一直在单走。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局史黛芬在哪里？我绕地图两圈都没有找到你，我好孤独。我在不停的说：“亲爱的，你在哪里？”友炮听到这句话就把这句话传送出去了，说谁有刀，听到有人在说亲爱的，他要来刀我。隔壁小孩就一路追着我跑，我跟他好说歹说，最终打动了他，我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成全我吧。他跑了，沉不住气，沉不住气的鸭王。我就发现了刘一刀的尸体，那这一刀总不能是亲爱的史黛芬吧，总不能是你吧。我怀疑隔壁小孩。你怀疑不了他呀，
就他在追你的时候我在追他，他怎么可能回头呢？然后我看他一直在追你，我想他就是要刀你，然后我经过那个哪儿啊，就是雾洞左边那根巷道的时候，我就去做了那个插画像的任务了，肯定就没了呀。然后后来我就继续往那个他追你的那个方向跑去，然后遇到了隔壁小孩。哎呀，所以他是全程没有回过头的，他不可能去你说的那个实验室左边的盔甲前面，所以这个轮次我是可以铁保他的，不是他动的手。然后史黛芬确实没见到，他是个外置位的牌，然后影哥和刘一刀都死了，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开刀。但是还有个线索就是，隔壁小孩我从雾洞那个出口下来的时候，看到他在一个盔子前面，那个盔子动了一下，然后我问他盔子里面是谁，他也没说话。我现在回忆起来，有可能是他从盔子里面出来，所以那个盔子头盔动了一下。好吧，过了。哎呀，我是那个丘比特，我是丘比特。丘比特，哎，我这个人吧，最就是见不得什么情侣被拆散呐、啊。这个狼队友明知道这个另一个队友是人狼恋，非得给这个另一个队友的这个心上人开一枪这种事儿了，我是干不出来这种事儿。所以说我这看见啊，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非常开心，我直接一手跳过了，行了吗？那就，那出谁啊？我也不知道了，那。他是鹈鹕，那出有炮，我们是好人啊，这那也不能出错了呀。什么好人呢？你俩人好，出有炮，出有炮，来来来，鸭王出有炮。行行，我也跳过，咱们2-2平，这不纯纯搞笑吗？哎呦，你俩。不是你都跟我恋人过了，你还跟别人恋？怎么说，隔壁小孩，这能忍？我也没想到呀，继续苟呗。这拉铃也没用了呀，他们俩能不能自行解决？我就先躲起来。希望他能苟住吧。好卑微，鸭王你挺住呀。那狼肯定不会，狼肯定不会刀另外一个人，他只能冲着我们俩来，那不就无解吗？他要刀了另一个人，我们就赢了呀。这不就是拉扯吗？总要死的。你啊！哎呀，鸽子赢了 啊！鸽子赢了，我们不能让刘大哥这么开开心心的结束啊！啊，不得再来一把？我超能力都超。走了，哎呀，最后肯定赢不了呀！哦、这两个人又没有，原来是这样玩，哎呀，我就不应该给他贴一下。你不知道，为了找到你，你就应该杀了他。你不用找我，我藏得很好，你自己藏好就行了，让他们俩杀去。杀也杀不了。拜拜了，行吧，拜拜。没法弄，除非最后一个狼一个鹈鹕还有希望。那狼肯定是杀恋人不是杀哥的。谢谢这个掏兜兜的木勺咬香蕉，谢谢包肉爱史黛芬，谢谢微糖芝芝桃桃的舰长。今天拿了几把猎人？四把，真的无语。姐姐今天也要努力上班吗？娇弱大白鹅，拜拜了，拜拜了，至少领了一次啊，猎人，嘿嘿。
谢谢皮卡皮卡羊，情人节专场。谢谢 LYQQLY， 谢谢美国山海，谢谢那个布丁出逃日记的舰长，谢谢 AKI 星涛，谢谢夏之日的萌兔火箭，谢谢池啊池小池，草莓生日快乐，谢谢糖怎么是苦的，谢谢微糖微糖的舰长，谢谢子一，紫色背景，哈哈哈。哎，本来最后一局略有希望，还是有点难。谢谢扒光全世界的香菜，只要暴露了呀，鸭王暴露了，不暴露可能还好一点，还有希望。谢谢詹妮珍妮妮的桃花日球。谢谢子一，昨天玩娱乐室图的桌游，发现喜欢探索策略游戏玩法的过程。嗯，对，好像它有一些别的桌游的玩法，我们没玩过。谢谢葡萄兔，祝你顺利。谢谢子一，喜欢复盘总结。挺好，谢谢 LYQQLY， 开学快乐。那个休息两天啊，15号再播吧。谢谢 Kickman 是汤汤现女友，加班顺利，加班顺利。谢谢南北不隔山海。拜拜了，拜拜了。谢谢 Linger， 拜拜，晚安，晚安，下次见，下次见。哎，谢谢伤心草莓，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谢谢 Rainy Rainy， 陆姐陆姐在这儿呢，来跟大家见个面，拜拜拜拜。谢谢子一。检查工作，祝你顺利。谢谢吃个原子，拜拜拜拜拜拜。郭露露啊，郭露露很强啊，郭露露战神。完了，麦掉下来了。拜拜，下播了，休一下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